好，我们继续开会。今天是星期一，哎，祝大家星期一早上工作愉快。5月15号星期一，今天是民政、园民、消防、环保、行政的工作天堂。今天早上第一位登记质询的是介绍新哦，好的，我们请民政处几位有没有新的科长？有没有？黄会长没有。没有，好的。园民处也没有啊。消防局、环保局。环保没有哈。啊好。行政处没有，人事都这么稳定。哎，局长，那个有没有新的人事？有。新任异动。好，我们那请帮我们介绍一下。新任的水质保护科长是陈世煌，空照科科长是代理科长张家志，配管科科长是冯树云。然后综合计划科是林世敏李科长，环境稽查科是吕居任科长，我们新任的那个会计室主任是林桂月林主任。好，那报告完毕。谢谢谢谢。今天第一位登记质询的是胡秋金胡议员，询答时间10分钟，能请胡议员发言。好，谢谢主席。那个请教一下人民处处长。叶院长，这个请教一下哈，原住民呢、啊、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在这个民国79年的3月26日啊由中央发布施行，该办法第8条就是第1项第1款明定，就是本办法施行前由原住民开垦完竣并自行耕作的土地，原住民的会同原民会向当地的登记机关申请设定耕作这个耕作证的这个证登记。那么所以我在这边要请教处长一下，如果说原住民在该办法施行前就已经开垦完竣并且自行耕作多年的土地，中间呢、啊有这个休耕或者是因为台风啊这个雨水这个雨水这个冲垮这个暂时没有办法耕作，后来原地又冲击又回复了，那么再继续耕作的这个情形，所以这个是否应该用这个办法第8条就是第1项第1款的规定啊，就是我希望是说我们这个人民处啊能够有关这个原民的原住民的这个权益啊多尊重一下，可以请处长啊以书面正式回复这个复这个本席啊。如果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你们贵处没有办法答复的话，是不是请询问原民会到这个本席一个明确的答复。是跟议员报告，刚议员有提到，就是我们这个原住民保留地管理办法施行前的时候，应该是要原来是不是有使用清澈，我们是有没有实际在那个这个耕地上面有实际做耕作，那是不是议员也是先提供给我们使用的清澈，然后就是地号，我们才能做明确的确认是说是哪一样的哪一件。我跟你讲哈，就是我们康远段67、68哈，你要知道哈，那个土地哈，就从日本时代，你知道我们原住民就从是住台湾住最久，也是最先的一个族人，对不对？所以我们所用的土地也不会说乱用，只不过是在我们部落的前面使用。但是很怪，就是那个时候民国70年以前的这个空手啊就规定说我们就公务人员不能登记这个土地，所以那个就没有登记，但是我们还是继续使用，但使用当中啊对不对，真的是台风，因为有靠近河流，
那时候 对河流是冲掉，所以就暂时就停止使用。那后来我们的水利局就把我们这个河流有整理了以后，哎，觉得说可以很好了，可以使用了，所以我们又开始使用。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蒸汽都不能蒸汽？是不是这样？在水利法里面有一个，就是在行水区是没有办法不能化为私有土地的，划征编回保留地，在水利法的第84条里面。你看，你现在我们的总统啊，蔡英文呢，都非常尊重我们原住民，很多土地说他就认为说真的是我们原住民应该要给我们原住民，因为以前本来就是我们这老人家一直到现在的年轻人，我们都在使用啊，那为什么就不能争取？我想议员，对，包括现在的，你看前几天这个新闻就有报了，哦，这个人家是在住在海边的，哦，海岸上的那个原住民，就可以现在可以那一阵子那个土地就不能乱使用，这样现在不是说可以争取了？是土地法第14条的，就是一定限制。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哈，如果说你们没有办法答复哈，你们要一定要行文到原民会。哦，本席给本席一个正确的答案。我先那个简单的跟议员报告，原则上我们在权利设定的时候是依据61年那时候的使用清册，那61年那时候使用清册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佐证资料。那如果清册上的名字是那个家族的，我们原则上就会做，如果现在还在使用的话，我们原则上就会做权利的设定。那如果清册上不是那个家族的话，如果要主张权利设定的话，必须去举证吧。我就跟你讲，本来就是事实，就是这个家族就有了，从以前就一直做一直做，做到现在，就跟你讲，就因为台风的期间嘛，对不对？就暂时有那个休耕，是暂时休息。后来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水流那个什么水利局又帮忙使用，所以又觉得说可以使用了，所以我们再继续使用啊，也没有人讲话，为什么也没有人？我们部落的人如果说你乱用的话，当然部落的人就会不喜欢了，部落我们部落的人都互相尊重，所以你们为什么都不尊重我们呢？跟议员报告，你议员刚刚提到的67、68，因为有三方的人在主张这权利啊，这三方必须自己去证明说为什么清册上的名字不是他们家族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清册上面的名字确实不是，是其中一方。而且你们要注意哦，有的是外面的人，很像故意要乱偷，要偷拿，你知道不能部落在那边，当然是我们在使用嘛，怎么这个是事实的事情呢？哪里有我们其他的部落的人，哪里有人乱讲话啊？所以就是说事实的认定，我们原则上都尊重当地的土审委员，因为他们在地，他们对土地是谁哪一个家族在使用的，他们很比较清楚吧。哦，处长，我就讲了啊、哦、你就你们没有办法答复的话，我就讲行文你先到原民会去了啊、哦，就是说我们当时从老人家一直到年轻的时候我们还在使用啊，就是因为大台风了啊，就被冲垮啊，冲垮当然休耕一下，我们都不知道不能做、啊、后来我们这个水利局把这个我们的流水就是水源把它整理好整理好了，因为觉得说很好了，所以我们又开始重新做了。我想跟议员报告，因为如果说还要再，是不是议员再给我们提供一下你当时的时候你说是大水洪是哪一年，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让我们去做一个佐证的资料？就拜托你，我真的一定要答复一下啊，主席。好，谢谢。谢谢主席。谢谢胡秋清议员针对原住民保留地所提出的意见。那我们因为在目前为止呢都还没有议员来登记，胡议员你要继续质询吗？不用哦，那我们现在先休息好吗？我们现场就先休息。
没有议员吗？哦，休息几分钟，我们休息十分钟吧，好不好？到9:20，好，我们先休息。那我们就继续开会，稍微等一下，大家都到了吗？各位都到了吗？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开会哦。我们今天下一位登记质询的是黄瑞华议员，询答时间十分钟。谢谢大会主席，各位局处长，各位县府官员，大家早。开会真的枯燥无味了，各位蛮辛苦的。那么首先我先请教我们消防局，请教局长，你还记得在于2年前第一次的定期大会，本席拿着这个义消弟兄的这个破烂的消防鞋来就教于处长的事，是有吗？哈，有。时间也过得真快，一转眼又是2年了。2年的过后，终于我听到了很好的消息。据我看最近我们消防局也表现得很不错哈，很不错。就如刚才我说的，消防局最近也采购了蛮多的这个装备，如这个山难这个搜救个人的装备，还有储物的帐篷，以及最重要的就是消防衣帽、鞋子等等的装备。是。那么今天本席要跟我们这个局长来探讨这个装备的问题。是。好，第一点，那106年的装备的采购，就是消防衣帽、鞋子哈，到现在是不是有结标了？办理结标了？那什么时候交货？请局长来答务。目前已经公告采购了哈，那还没有完成结标。不是有结标了吗？还没有，还没有，到现在都还没结标。对对，我们预计会在6月之前完成。好，那交货期大概我们希望在今年底以前完成。那你们结标了之后，结标之后是什么时候来交货？大概6个月吧。6个月交货。对，是。好，所以在今年底以前应该可以完成。我再请教局长，是我们前线第一线的警消编制总共有多少人？第一线的警消编制数是吧？编制数警消是364。义消的编制有多少？义消编制是大概700多了，那实际上是只有500多个。好，处长，局长，是你真的是草原老啊，开果园新啊，真的是老经验，这个是你的专业，也谢谢你的答复。那么第三点哈，如果我们今天有采购我们的消防衣帽、鞋子哈，是。那在这方面哈，你如何来分配、来分发？哦，第一点。第二，你若采购这个200套的这个消防衣、鞋、帽子哈，是警消优先，或者是义消优先，或者是警消、义消各一半？那你是以什么标准来分发、来分配给所有的警消、义消？是，好，谢谢黄议员的指教哈。我想，原则上要一套消防衣帽鞋，它的经费相当的高，大概要10万块左右了哈。所以我们并不会把消防衣帽鞋配发给每一位义消弟兄，那会配发的对象呢，会是接受过我们所谓 Firefighter One 训练的义消弟兄，有经过完整训练取得证照的弟兄，我们才会配发给他防火衣帽鞋。那目前我们台东的义消弟兄已经有40位完成这样的训练，那今年我们会再持续的来推动来鼓励我们的义消弟兄来接受这样的训练。那我们希望各个义消分队都会有义消弟兄来参与训练，那到时候通过训练的义消弟兄，我们就会配发给他防火衣帽鞋。局长，我刚才所问的哈，是你这个分配
好、哦，你的分配给警消、义消，你是采用什么标准？对，我现在就是要跟议员报告。哎，接受过训练的，我们就马上配发。好，啊，那剩下的，啊，还有哦，就是我们采购剩下的，就是在警消这边哦来汰旧换新他们哦警消的这些装备。好，这笔的这个采购的经费的补助机关哈、哦、是哪个单位？是哪个单位？哦、这个有两笔啊、哦，有两笔，一笔是我们争取的花东发展基金，另外一笔是内政部消防署他所定的啊、哦、精进义消装备的三年忠诚计划，啊、哦，所以这两笔经费啊、哦、都溢出在这个充实啊、哦、我们各种装备的这个部分。那我看你们应该也有哈、哦、啊保留往后两年的扩充的潜力，有没有？有。好，那我再请教机长。那你如果有保留这个扩充的潜力，那明年后年这四项的经费是不是有着落？哦，它这个是延续性的，它一次好像这个义消的忠诚计划，它是三年一起，它是延续三年。我现在是问你哈、哦，你现在扩充的潜力是保留两年，对，那这两年你敢保证有这个这笔的采购经费吗？有，都有，已经都有了，都很 OK， 确定，都没问题，没问题。好，没问题，这最好。我也希望说哈、哦，如果没问题哦，是地方之福了哈、哦。是，当然我们局里面还要再一次的加油哈、哦。是，好，谢谢。另外，台东县的这个啊，幅员是广阔，是山多，是哦，这个溪流也多，是。那警消、义消本身的它的勤务就非常的繁重，是。而且具有危险性，是。那么大家家里都有妻小嘛，哈，是。本身啊的安全哈、哦、格外的重要，除了平常的训练之外了，啊，就是我们的装备要齐全最为重要。对。那你身为消防局的大家长，也应该要照顾好每一位的啊弟兄。哦，这七块、哦、我相信哈、哦、啊，局长你应该蛮重视的哈、哦，是，这是我的责任啊。一套的衣服这么贵，是哦，这么贵都是要仰赖这个上级或者其他单位的这个义助的补助的帮忙，所以这方面哈、哦，我想啊，这个装备方面哈、哦，请局长哈、哦、要多多的啊来这个重视这一个七块，好，好、哦、重视这个七块。局长你担任局长有多久的时间了？大概超过18年了吧。自嘲了哈，刚才我说的，这是老刑了、啊。所有的啊、我们台东县20个局处里面的处长哈、哦，你待最久，是因为啊你的专业，是因为你的能力啊，是因为你的认真。所有上面的县长啊都是重用你，所以你要好好的表现，是，哦、好好的表现。县长。啊，他是推动是啊这个大方向的县政的推动，其他的部分我相信县长哈、哦、啊都有把权力下放给啊各局处，所以很多方面哈、哦、都必须要啊局长你来自己来操作啊哈、哦，我相信我们啊局里面的门槛不会很高了、啊，一定要走出去，那么走出去之后啊多多公关方面、交际方面也多多要加强。啊，忙跟他请水水吼，啊，坐到办公厅遐薪水，哦，这方面，我也是更希望哈、哦，啊，局长在你的领导之下，我们局里面啊相关的业务哈、哦，啊，能蒸蒸日上哈、哦，蒸蒸日上，再请教局长，警消义消啊，他的待遇啊，他的保险是怎样区别？我要请教。啊，这个机长你来说明一下。好，首先谢谢林远对我们的鼓励哈、哦。那保险的部分，啊，警消因为是属于公务部门啊，所以它没有额外的保险，啊，它就只有针对义消来做啊投保意外险的部分，啊，所以啊目前投保意外险请领的最高限额是，义消的，对，300万哈、哦，300万。那那个局长请教你啊，当然义消跟警消哈、哦、他们的这个投保还有保险的这个项目不一样，我再请教你，比如义消了哈、哦、今天哈、哦、啊遇到火警哈、哦、那在啊路程当中哈、哦、比如发生什么事情
那身亡的说请教机长，这个是因公殉死啊，因公死亡，因公死亡，因公死亡，对。那为什么因公死亡？难道因公殉死就是要在火场里面这个灭火，那才是因公殉死？目前的认定是这样的，他有那种危险性的行为。针对这一点，我就认为说带一个差别。义消本身啊，他是无几子的牺牲奉献，一遇到有这个警报，马上放下他身边的工作，去参加救火，参加搜救，参加救人。所以这方面哈、你要多多的照顾义消，这方面，这个部分是全叙利那边有一个认定标准的哈、那警消跟义消在这个部分是一样的哦，是一样的。局长，我时间也到了，我们可以来建议哈、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探讨这个区块。好，谢谢我们主席，谢谢大家。谢谢黄瑞华议员对义消兄弟的这个声援哈、我们接下来请林崇汉议员质询，询答时间10分钟。谢谢大会主席，大家早安。首先请教原民处处长。是啊，去年12月总咨询完，到今年，现在目前定期会，我们大概半年没有在议事堂里面见面了哈，其他临时会有了。但本席从去年年底在审核总预算的时候，突然把原民处的预算抽回来，跟所有议员请求说，议员删除贵处的预算100万，本席当时也讲过，要留下查看，我们希望哈。虽然我是原住民籍议员，但是我希望刮别人的胡子先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所以本席对原民处的期待也非常的深。那各项的你们的推动，本席这半年内啊都有看在眼里。那我现在先做一个期中考试啊，那个处长，我们那个原住民的文化产业聚落，创业产业聚落，就是那个货柜屋那个啊，是现在目前到底，我记得好像这个开幕的时间好像又延后了啊，那延后原因是什么？其实应该是说我们4月份原来是要办理点交，因为是去年开始有 ADT 得标之后，刚好是碰到尼伯特台风。那尼伯特台风之后，因为有很多是需要检修的，包括那个魅力据点的这个区块跟我们这个波浪屋顶。那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本来是要办了一次点交，还有一些需要再去做改善，所以目前还在改善中。他打算要延后多久？原来，应该是看这个礼拜，就是要看等 ATT 来跟我们去做点交，因为那上个礼拜之前我们有去做部分的，再重新再去查那个整个里面。大概至少你预计要多久？应该要在。说点交的时间吗？应该要在这个月就要点交完毕。点交在什么时候完毕？我们现在要等那个确认 ATT 是什么时候来点交，我们等他们来点交了。是。本席在这边听说哈、有几个想请问你啊，这个进度如果是因为天灾的关系，这本席可以同意啊。但是您委托厂商是 ATT 嘛，对不对？是。那贵处还没有跟他点交，那他已经开始招商了嘞，你知道这个事吗？是他就是这条件，因为他是要找，他是平台商嘛，他要去找人家来进驻，他不能在我们点交完以后才来招商的话，他因为他我们点交完了之后，他还有一个就是要做室内装修，大概90天，所以你是先招商是啊，然后再办理点交 OK 的时候办理点交，然后他们在每一个厂商在负责装潢，对，装潢是他们自己负责的嘛。不是，是由厂商直接负责。由 ATT 厂负责。是。好，那本席想请教你哈，那这个 ATT 他招商的现在目前状况怎么样？到底招了多少商啊？本席听说好像到现在连一半都没有啊。没有，应该据我们所知，应该是一二三楼目前是应该是都有招到商。一二三楼都有招到商。好，那。你到时候你会后再把招商的情况再跟我说好吧？好。据本席了解，好像跟处长您讲的好像有点出入哈、不过你大概你会后你再跟我讲大概有多少厂商了、那本席这边有一个厂商哈、跟本席反映，当时他有打电话到我们县府，应该是原民处了、
询问这个招商资格，结果贵处的人员啊跟这个本席的这个选民啊这个县民讲说哈、啊、他们不清楚这个 ATT 招商的资格，县府难道承办人员都不知道这个招商的资格吗？跟议员报告，其实我们在合约里面只有限定是以原住民文化特色，然后就推动在地的我知道了，文创那个是我知道。本席的是意思说，为什么会跟选民，为什么跟县民回答这样的问这答案？因为我们委托 ATT 之后，招商是由他们来全权负责。那确实在他们内部细部要怎么去跟厂那个厂商要招租的厂商要怎么去会商，我们不会那个错清楚知道。你这样的回答，本席有点不太能够认同啊、哦。既然你是要交由 ATT 委托 ATT 来做，当然你原民处承办人既然连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招商资格你都不清楚，那这个有点，反正就是我推给 AT 做就好了吧，我大概不知道也没关系，是这样吗？不好意思，那我们这个会再去了解再改进。先去了解一下嘛，处长。完整的答复。这个情形跟我下一个问的问题是一样的，处长请坐。文教科长请起。啊，我们都去过圆明会馆，我们也知道圆明会馆的进步了哦。但是我本席要在这里跟你强调啊，当时圆明会馆他的对外委托的时候，是有很多议员是有持反对意见的啊。那我们在十三席原住民议员里面啊，都非常支持这个委托案的。因此，本席非常希望圆明会馆能够做出一个成绩，让所有的议员证实，当时这个委托委外的一些经营案子是成功的。你告诉我现在。目前啊，因为我本席有听到很多的一些离职的员工啊，或者是一些外面的传言了、啊、哈、哦。您知不知道现在他目前营运的状况怎么样？跟议员报告哈。跟议员报告。那有关圆明会馆在正式开幕之后没几天就遇到尼伯特台风这个部分，那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刚好也是个旺季哈，那个部分其实有很多都是在做就是修缮的部分，所以在营运的部分可能就是差强人意，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努力朝我们当时规划的方向去努力。不是你要努力了，你努力监督了，他要努力了，是又不是你在现场。是我现在讲的这个从属关系就是这样，你委外让他经营，当然我们原民处责无旁贷的是要去适时的需要去稍微照顾要去看嘛。我现在就是要问你啊，他每个月不是签约都有签权利金要交给县府吗？是。到目前来讲，到底他的收益你应该知道嘛？有就正数就正数嘛，负数就负数，就不用骗嘛。去年是负数啦。去年是负数，从七月到现在到十二月负数。住房率是正的，那因为可能就是相关的那个修缮的费用排挤到其他的营运的部分，所以某些部分是没有是正数成长。你还是要去关心这个事情啊、哦，因为本席听到有很多的，当然我没有去那个了，好，你有空去查证一下啦，这个是委外经营，第一个。他经营的计划，第二个他经营的功力啊，第三个他到底有没有心在经营这个会馆？是。我听说去年的时候，连那个枕头、棉被啊不够，还去跟其他的饭店调。这个，你去问看看，一定有这个事情了、啊。好，我们都知道。我会去关心。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然我觉得这个饭店之间互相的合作哈、哦，那个本席不会去。我是从小事情来看的、啊。那从今年一月到现在呢，他的收银状况收？那今年的部分在住房率是有成长哈、哦。那在旅游的部分，我们现在已经有就是委外厂商有在规划找邻近部落的部分来做一个游程的设计。那另外在餐饮的部分，目前有在规划是以碎石记忆来做。来做餐饮的设计，
科长，你还是哈、哦，希望你有空的时候哈、哦，去跟经营者来沟通一下。是。我那天本席那天哈、哦，前阵子哈、哦，我们跟所有议员去参观，啊、哦，在人民会馆，我也跟那边的副总聊了一下。当时啊，我们黄天德议员在隔壁啊。事实上哈、哦，最能够督促你们。对人督促联名会馆经营的就是我们十三级的原住民级议员，因为他可以把很多文化因素，甚至是他各个议员所办的区域的活动都可以放在联名会馆里面。可是联名会馆从来从文化经营之后从来没有，那黄天德黄议员说要把那个船开回兰屿了啊，他那个中间大厅那个黄天德议员说那个一点都不尊重，我要把那个船开回去了。那所以有很多事情还是要跟我们原住民议员啊多多的去请教了啊。好，我是给你一个这样的意见了、啊、好吧哈、啊、谢谢议员。啊，其他的科长待会我登记第二轮的时候再考试。好，好，谢谢，谢谢大家主席。好，谢谢崇汉议员对原住民会馆委外经营还有这个铁花村那个文创园区啊招商的进度的了解哈。那我们接下来请林参议员质询，询答时间十分钟。谢谢，大会主席，环保局长，环保局长，院长。那个自从台东的垃圾拿到高雄去燃烧，你说不用钱嘛，对不对？要换一吨的垃圾，换1.8吨的炉渣回来，是不是？是。好。那请问，到目前为止，总共运回来的炉渣的数量多少？那个再生利料是290吨。290吨，请问流向在哪里？啊，流向就对了。报告议员，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污水的那个处理厂。哪里？污水处理厂旁边的、那个。污水处理厂旁边的那个。哪个地点？你要讲地点啊。就在那个第一号，就是。把第一号，你将等下讲说是在卑南的出海口，或是在卑南乡公所，或是在南清宫。没有，就在我们这边这个，就是我们建设处的一个污水处理厂的那个旁边一个空地，就是它是个洼地。哦，洼地，嘿，要填足。啊，你跟哪一个单位申请的？这个是跟高雄。不是的，我是说你要填土啦，你要跟上哪一个单位申请啦？这是跟建设处有申请吗？有执照吗？有申请。有核准执照吗？报告议员。对，你回答我有没有核准执照？不是。然后我们没有贴出来啊。不是。有没有？报告议员，你这样说明嘛。有没有核准执照？讲这个吧。这个核准是在环保署。环保署啊，有申请吗？有申请。要回贴那里有申请吗？有申请。你跟谁申请？环保署。台东县政府的农业处，你不用申请吗？报告就是说，再生利料的使用核准报备就是要在环保署。我是说，你到要填土的那一个时候，你有没有向台东县农业处申请啊？不是，那是建设处的。啊，建设处跟农业处的。有跟他们洽询，那是可以使用的。是洽询还是怎样？有申请？你摸亏了。不是啊，不是啊，我跟你说，我告诉你，你不负责任的、啊。不是，有被解释嘛？你不负责任的、啊。那个是本来就可以用在那个地方的公共。你敢保证那个安全吗？那个没有问题吗？没问题。那个他说有问题，你负责。我可以负责。你负责？你要怎么负责？报告议员，你要怎么负责啦？啊，你听我讲完了。你要怎么负责啦？报告议员，那个都是经过实验室检验。好，那我要求好不好？是。如果有问题，确实检测出来，未来有什么代号性的污染，地水质有污染，因为不要忘了，你现在天空的地方。桂林南路那里有20几户人家，他们那里没有自来水，都是长期饮用地下水哦。你就讲，未来老出问题，你叫小客户，你退休金提出来赔，好不？你敢不？不好意思。敢不啦？不好意思。敢不敢啊？还是你搬去那里住啦？不是，不好意思，听我解释。你搬去那里住好不好？叫小麦，不尊重人民的选择。如果那个再生料也不能用，那这个事要怎么处理？那你就乱倒嘛。乱倒。这个是要经过，我正经把那个经过法律核许。黄建，你本来就乱搞，我告诉你。这跟县长没有关系，这是我一场骗局的前科，你没有办法处理。你现在从百姓的住宅区里面，你把它倒下去，然后就当作没看到。对，八月，我把你个明白消息没了。啊，阿伯，你叫小二，三个明白两边，我要搬来遐大，你安尼讲咯。
你搬遐大好不好？那个我没有地啊。我做清楚，你遐大。好啊，我一大。你再量去哦。好，确定哦。确定。你给我写切解出来。报告议员。啊，你再量去住哦。报告议员。好啦，你再大不？我先给你开水。好啦，我先问你，你再找你猫叫人家大不？你给我喝地下水哦。报告议员。要不要啦？那个我们都有做背景值的那个调查，那么我们现在什么背景值我不管了、啊，什么环境的评估我不管，我只要求你一点，你把你的家眷啊搬去那里住，啊给我喝地下水，安尼都敢不敢？我是不敢啊！不好意思，那你说再生力量也无奈，我们台东的垃圾怎么处理？你告诉我。那我讲了好多年，你也不听嘛？你只像一个阴山虫在黄建你后面在补在补上了。我有听临时的舞台啦，卖你要做就怎么做卖了？你叫你摸叫人家大你个咩？要不要？我请问一下嘛。要的话你给我确解出来，我做检讨你，我开钱，我做你。跟议员报告了啊、哦，这个垃圾处理总是要有一个管道吧？那你也不听啊？生力料本来就是。你把我听了算了啦。那严明处长，我请问，税科啊，花费工程1300多万啊。严长寿的弟弟做拉面馆，美其名说要辅导原住民年轻人的一个就业机会，拉面馆已经倒了。我请问那些失业的原住民好朋友，你有给他关怀吗？有没有领失业救济金？说明一下。有议员，这个我没有不清楚。行吗？那有几个原住民年轻朋友在那边工作，你知道吗？那你知道吗？全部都是原住民。是啊，那你几个你知道吗？6个左右。影响挂的你啊，你们讲我没被走啊。他们全部回台北上班。谁？那些原住民都回去台北上班。是。全部吗？是。你去给他查看他们有没有劳健保。卖翁不不龙不给什么？哦，原民会原住民陈建联县的好不容易在外港道路那边弄一个原民会馆，曾几何时又租给人家做饭店，不要高兴了、啊，那个是人家在消灭原住民的文化。这个是一个危机啊，你们还高兴得要命，好不容易有几个会馆要传承原住民很多的活动，包括母女的教学，包括原住民的一些的一个产业发展，一个好好的东西你们就把它不听阻挡，就把它委外给别人，可悲啊，这台东没进步了。我再请教你，黄建礼县长口口声声说他的主政之下是五星级的，他弄一个大招牌说台东人存很多的1900多亿，我请问在那主政的103年、104年、102年这三年当中，原住民的家户所得多少？你大概讲一下就好了。多少？家户所得。家户所得啦，你听我哟。那个科长呢？你请取一下，你讲给他听，他听不懂。家户所得你不知道？跟议员报告，平均大概24000。啊，24000左右。每年哈？每个月啦。有那么多吗？确定了，数据要给我。平均主计他们就不知道了，你还会知道？没有，我们是这样大，就是说平均的所得是比一般的那个比较。是提升还是这几年是提升还是下降？你讲这个就好了。阿摩北村啊，我不要跟你爱主聊。可以，看这边，看这边，看这烟头上子。啊，来，谢谢议员，我们可以提供资料给议员。好，那你就表示你不知道，你说你还要查询嘛？对不对？详细的资料，那但是一平均数是大概是这样。那你没有别做，你拿资料来给我看。主计就不知道了，你们会知道？乱七八糟乱讲。我告诉各位，原住民在这一个区块，我们不分蓝绿。我再请教我们的原民处长，就这次尼伯特洪灾，延平乡包括大武的爱国埔的一个永久屋的重建。林前院长来到台东，在宣布要整建、要重建的那一刹那，你有什么心情？你现在隔空讲给林前院长听一下，是高兴还是很讨厌，还是要感谢他？其实应该是这样讲，从去年莫兰蒂台风到现在，不是、啊、你就讲重点了，别忘了，这个是刘兆好立委、廖国栋立委、陈云立委，他们继续共同努力的哈。廖国栋立委也参与其中了。对原住民部落的一个风灾的一个整建的后续的永久屋，他们都有加把劲。你认为林前院长这样短的时间来给原住民一个心情上的一个鼓励跟一个事实上的帮助，你站在一个原民处的处长，你的感觉是怎样？其实我们当初要感觉了去做这个安全评估之后，我们就希望是说能够让他们在一年之内能够完成这个，让他们可以再回
有新的房子可以居住。那预算，当时的预算是在临前要来的前一天才通速速通过的，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原住民在偏乡里面的收入是不多的。那我要再告诉你，我希望往后的日子就有关于原住民部落的一个自来水，你要加把劲。刘兆武立委跟我们的副议长在这一次的前瞻计划，中央已经要补助全国的自来水的整建有170几亿，我希望在前瞻计划放手一搏吧。那我顺便跟你报告，台东的一票难求，经过前瞻计划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努力，刘兆武立委跟我们的副议长也共同争取的南回双轨化的一个铁路的铺设400亿已经核准，在这里跟各位报告，不分南绿的市政，环境的永续，原住民的文化，在这里要积极努力传承，不要被人家骗了。政治谁那玩意儿讨，原住民不用怕，原住民要勇敢站起来。你们好东西怎么弄给人家去开酒家开饭店，你们还高兴还庆祝嘞，还为他在文献在宣传嘞。你们得到实质上什么？交务所得那三年的，你做一个报表给我们，好不好？是。啊，我们要积极努力，再打造一个健康的环境，同时要把原住民的生活要把它拉上来，不要成为一个弱势。好。啊，不是慢慢了，你要认真听了，认真做了。啊，那个委外之后，你要做一个评估了。我们每年都会做考核。都怎样考核啊？会做考核。那你自己考核自己结婚。没有，我们还有请外面的委员来去做考核。请外面的人，我等不及了。时间到了，我尊重大会了，谢谢各位，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洪宗凯议员质询，需答时间10分钟。谢谢大会主席。先有请环保局局长。局长，我是一直吼，盖一波想要公开来攻击的问题啦，就是底渣的问题啦。老实讲，目前两权相害取其轻，我宁可焚化炉先不要开烧，目前看起来台东县政府没有更高明的做法，所以换底渣这个方式至少是可以让焚化炉可以慢一点，是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底渣的问题我也是不愿意讨论啊。但是这几天有非常多人，包括我今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还有两三个人打电话说希望我今天能够质询这个问题，就是有关你现在底渣要放到这个污水处理厂来做底基的这个部分有关它的设计方面，我想问一下你们到底是目前是怎样的一个设计方式？跟议员报告这个就是要再生力料了，是这个可能要跟民众澄清一下，它底渣是没有处理过的，我们这是有处理过的，有熟化有稳定的，然后也做 TCLP 就是重金属测试的。那现在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再生力料，它不是用在污水处理厂那个建筑体的那个本身，不是，它旁边一个洼地，我们要把它填平而已。那它还是有跟天然极配，做调配去填组。好，所以这个这在使用上，我们在依照公共工程的这个规范里面，它是 OK， 它是符合的。然后我们也是依照程序向环保署申报核定。准许我们放在这个地方，它的工程也是都可以的。这个部分大家都可以理解啦，但是有很多疑问啦。第一个，一般我们想象中的再生力料使用的时候，必须在水泥固化的范围内去填，但目前你是直接把它填在原有的土地上面。报告议员，跟这个议员来做这个解释那个飞灰它本身需要固化之后再使用，它是把它安定固化以后才会到移到掩埋场。然后我们这个再生力量，它本身在处理厂的时候，它也有经过物理的分选，然后破坏它的这个构，然后还有经过水洗，我们这个都经过水洗的。所以这个部分它经过安定的话，它重金属是没有溶出的，它是稳定的。其实跟议员报告，其实我们大环境里面，我们现在天然沙子里面有重金属。我才立刻公知，局长，我请教你啦西部现在有很多使用再生力料的工程之后所释出的问题这个很多杂志上都有写过啊。不是那个是他，因为他不是用再生力料，他可能就是只用底渣。他只用底渣，那个是没有依照规定。我跟议员报告，我们去年有带大会的一些我们那个议员先进去高雄看，高雄的轻轨在博尔那旁边呢，就是轻轨它的整个月台整个大环境，他就是用再生力料那做的。
重点的原因在你现在所放置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带啦，我先问你啦，底渣的 pH 值你知道吗？ pH 值我知道，它如果还没有处理的话它大概在12。那个再生力量呢？它大概8。8，所以它还是偏酸还是偏碱？它是会比较偏碱啊。对，不过跟医院报告，就是刚才跟医院报告的，它是经过熟化，就是稳定以后，它经过水洗，因为如果没有经过水洗，它的那个重金属跟酸碱值会比较难酸。对对，处理过之后偏碱。所以它有经过，它现在就是有经过处理了。好，经过处理，它稳定化，所以这个公共工程，那你有委员会才准许它在使用那个公共工程。在这个再生地料的使用上面，有没有看过相关的文献是把这个就是我们的再生地料泡在水里面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溶出的情况，有这个数据吗？溶出什么？溶出就是它会溶出所谓的重金属或带药。对，会绿。会溶出嘛？会溶出，但是说它需要稳定。它就是透过水洗，让它把这重金属减少了，然后包括它的氯，它那些洗完以后，经过大自然，它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它们去结合以后稳定。所以我们把它放在那边跟大自然一起水洗，然后呢再慢慢的释出，然后溶解。处理厂。在处理厂的时候，那所以它现在已经变成再生力料了，放到那个地方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吗？不会再释出吗？报告议员，基本上它是应该不会再释出了，因为我跟议员报告，因为我们在它出厂的时候都要求提供这个处理厂提供给我们这个再生的时候，它一定要有一个实验室的报告。局长，这个数据哈，相关的学者有做过非常清楚的研究了哈，就是说我们这个水洗时间，包括熟成时间都非常短。跟国外的比起来我们时间都比较短，所以根本目前没有相关数据来告诉你说他今天出厂之后那个泡在水里面，当然那一般你说轻轨啦，他不会泡在水里面嘛，他顶多是下雨之后渗透到底下，他不会泡在水里面。但是我们进这个地方，我们去年尼伯特台风之后有将近快半年的时间，这个大风地区哦，东海这个地带啊，这个地下水层不到1公尺，所以你现在可能填了之后就泡在地下水层里面了。没有啦，这跟电子这个都是在预测。事实上我们在做背景调查，跟我们最近采样的它都符合规定，不会预测。而且那个轻轨它不是只有做上面，它是整个基地它都是用再生力量去混充的。这个而且跟业报告，包括东京的那个外海的田竹，它也是用再生力量，它也不是说所以他们一般环保团体所说的熔，他们现在也没有做熔了。这样，这个会后再麻烦你们提供这个污水处理厂的一个设计包括你这个要填之后要放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资料。这个我还要跟那个建设处好请他们，再麻烦你们提供这个资料。是我想如果你的解释这么安全的话，那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会把关啦，因为毕竟这个我们不希望说这个使用再生力量还是造成一些冲击，我们也会来看啦是是。那我顺便这边问几个数据啦，第一个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污水处理厂所需要的这些集配啦需用到再生力量的部分，听说中寿量是差不多2万公吨差不多2万公吨等同大概3万多吨。对，那我们现在假设啊，听说最近高雄已经又因为税修的关系，所以也垃圾没有再去了嘛。是。那如果有开始他们收我们的垃圾，一天是80公吨嘛？对。收80公吨。对。那送回来的底渣是144，就乘以1.8。乘以1.8。好，这些底渣回来，我们现在有需要3万多公吨，那一天只有来100多公吨，那请问你要填多久才可以填满？报告也。高雄它的四座焚化厂，它的处理量一天是5400吨5400吨，如果是全量运转的话，所以它的底渣不是只有我们的本身的那个80吨的那个底渣。所以咱先把那个量先请得来了，都可以。架构打底啊，这部分我们，但是它还是要处理，也是跟医院报告，它还要经过熟化，还要静置嘛，还要水洗。所以这个都是要时间的，所以他这边不预估是在6月份才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再生力量。对，老实说啊，局长，我觉得您的任内老实讲，你是已经有很尽快的把资讯让大家知道了所以疑虑上面有降低很多，但是事实上还有这些比较细节的数据，很多人会看。
好，所以也麻烦你们这些资讯都让我们知道。没问题，这个都推公开的。OK， 那就让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啦。在你们的施政报告里面有提到说，这个台东县的资源回收计划就是垃圾要实施这个透明垃圾袋的政策，要从7月1号开始实施。那从你3月1号加强宣导之后，你觉得各公所配合的情况是怎么样？各公所目前配合的状况还 OK， 因为现在我们从到4月份左右4月底，我们稽查的这个件数差不多有1400多件。目前这个不管是在这个落实这个资源回收的分类，可回收分类，或者是透明垃圾袋方面，都大概合格率在80%。那不合格它有280件，那还是蛮多的呢。这是还有进步空间，所以我们就会加强在这段期间，在7月正式上路之前，我们会加强劝导跟辅导。这还是需要大家一起，因为跟议员报告，大家也知道，这种事情这不是环保局或者是单单一个公所的力量，我了解，请你来配合。这个有很多今天不是想要吐我婆来来对内幕的来宾这个以后我再考虑要不要讲了那个局长。你有没有去那个卖场买过垃圾袋还是都夫人去买垃圾袋我们家老师有买那你买的吗？还是夫人买的？我夫人买的。夫人买的嘛，所以你知道透明垃圾袋很难买嘛？因为我跟议员报告，就是我们就跟那些供应商他们又来洽询哪些是属于透明垃圾袋。其实我们透明袋不是完全没有颜色那种透明，我们不会要求这种程度，只是你在装内容物的时候可以让清洁队员可以看出它的那个内容，所以我们有一些 sample 他们有提供，我们有跟他告诉他这样的状况就可以了但是一般的卖场没有所以是不是你也加强一下，请这个卖场开始进这个透明垃圾袋，让大家可以买？是啊，不加拍卖。好，都是夫人在买的时候，你比较没有感觉。是。好，谢谢局长，谢谢。谢谢议员，谢谢。好，谢谢洪议员。我们接下来请江坚寿议员质询，询答时间10分钟。谢谢大会主席。首先，本席就交由我们环保局局长。目前台东市垃圾场堆积了相当多农业灾损的废弃物。当然可以想见的是，主要就是老花老叶的灾损废弃物。可是这个灾损废弃物当时在运到垃圾场去的时候，可见得我们没有做适当的配套，就只接受农民说你把废弃物载到垃圾场来。没有考量到说你要送来之前你应该要先分类，水泥柱可以回收再利用钢索铁丝也可以回收再利用为什么当时不做区隔呢？王爷，当时我们也要求钢索，可是当时他们是为了灾害复原，所以农民在方面配合度上就比较不那么理想，那公所在执行上面是有要求啦，可是没有落实，所以造成事实上我们在处理农业灾害之后要清除废弃物的时候，你不能够只一台怪手整个就扫了就直接抓上车子不能这样子处理是不是？是，你应该是先把钢索解掉，水泥柱先吊起来集中一堆，然后再来清除。你黑网当然会变成很费工你必须要把黑网剪掉，把钢索另外集中，这样子处理是很费工。可是当时我们要去考量到了，以后如果再有这种类似的状况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配套了嘛。是，这个要求嘛。如果你没有分类，对不起，请你完成在现场完成分类，是，是不是？是。那这样，毕竟那个灾损是有补助嘛。是不是？当然农民受损心痛有损失，可是不能造成环境的灾害所以而后我们在处理这个方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适度的一个配套的管制嘛。我们要严格加要求。那现阶段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说可以开放给有心要去拿这些资源废弃资源的，可以再利用资源的，可以请他们自己，你如果有需要你自己来拿。这个跟议员报告，那个施工所对那个塑胶管塑胶管跟水泥柱方面，他们已经有这个处理的一个方式。那现在比较麻烦，就是如同江议员所说的，
黑网跟那个钢索缠在一起。对了，早期老花老叶本来都是用竹子了，后来就是因为候选人的旗帜哈，那个旗帜那个杆回收的时候，哎，很多农民拿去用，结果后来大家发觉这个比竹子还好取得，又比较便宜，竹子比较贵，哦，所以后来都是几乎都是用那个塑胶管的，造成环境二次的污染。所以我们以后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宣导，是，哦，我们做各项的这个建设，各项的农业栽培，我们要考量到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资材对环境会不会造成负担嘛？是不是？像竹子天然这是最好嘛？对，哦，了不起就是把它集中起来，它会腐烂嘛？哦，要不然可以焚烧嘛？可以焚烧处理嘛？那个塑胶根本就没有办法处理的东西啊！是，哦，所以你要对于那个候选人哦相关的这个旗帜，如果有旗帜的，你要管制啊！是，你这些旗帜之后的，你流向到哪里去啊？你插多少旗帜，你要负责回收多少旗杆啊？是，像我们的规规矩矩，我们自己去砍竹子去做旗杆的，是不是？为了不要造成环境的负担嘛？对，好，哦，所以这一方面我们都必须要去考量。我们现在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一次经验了。哦，那下次我们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是，另外树枝树叶当时为了让交通能够顺畅，就整个就是把它清过去，可是当时有没有想，我曾经跟地方乡镇公所提建议过，说乡镇公所是不是可以开放让再取木材的伐木工木材商可用材自己先去取用，哦，先去锯嘛，然后去把废弃物集中，好让后续好处理嘛。可是都没有单位接受这样的一个做法。事实上，当时我们可以让有很多以伐木为生的那些木材都可以卖钱的，除了我知道黑板树没有人要了，美人树没有人要了，哦，香樟本来也没人要，可是后来有协调之后，连香樟也收走了。因为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方达木哈，相当的数量相当的多，因为台东相当的多，可是木材上后来都收了，我这些都可以再利用的，它可以做成木屑了什么的。啊，可是我们当时政府部门都没有想到这一点。跟议员报告，当时尼泊尔台风完以后，我们清了一堆，差不多好几万吨的那个，差不多一两万吨的树枝，放在那个海滨公园旁边那个检查哨那边。我跟议员报告，其实我们有开放。我们开放让这个需要的民众或者是包括是财商都可以来运，那那个有运一部分走，他们说要比较粗的，有运一部分走是跟议员生报告一下，有听你的意见。当你已经堆成山的时候，人家的意愿就不高了，为什么？他必须要有怪手在旁边协助才有办法取用嘛。是。可是你刚刚在现场的时候，他锯了直接上车，锯了直接上车，那个是最好取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它取用的成本最低嘛。啊，包括一般老百姓都自己家有炼具，自己有小货车，都可以去寄，可以送去卖啊。是，对不对？一天也可以卖个两三千块钱呢，这个。所以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处理方式。希望不要有下一次啊，反正是如果不要再有下一次啊，下一次要遇到尼泊尔这么强的那个风力哈，也不容易了啦。是。那最好是都不要有了哈。是。另外。本席有人跟本席建议过说，好像局长为了我们垃圾焚化的问题，有曾经到花莲寻求水泥厂商，是，是不是来接受我们的垃圾来焚化？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是，跟叶爸爸，因为处理台东的垃圾，只要有稍微一点点可能，我们都去寻求帮助了。那据我了解是，台泥的那个水泥厂，它本身还要经过环评，它本身还要盖一个新的窑炉。那经过环评以后，到正式启用大概要两年半以后，而且它的设计量只有200吨，就处理垃圾的部分，那可能只有足够处理花莲的。对啊，就是这样子。那现在他即使是愿意烧，也没办法帮我们烧啊，没办法，因为它的量也没那么大。是。然后它这个时间上也要到两年半以后，要通过他们那个炉子，要通过环评以后才可以启用。那也是两年半，那如果我们的炉要取用也差不多那个时辰嘛，差不多那个时辰，如果我们的焚化炉顺利的话也差不多两年半。但是坊间有传言说，原来新建的这个达和的厂商对外放话说我们这个炉根本不能取用，
这个我跟你研报了，其实我们像我刚来的时候，我都有亲自去问过达和，那是 OK 的。我不知道这个资讯怎么来哈、哦。目前我们这个厂有几个厂商，包括外国厂商，他们都来实地看过。其实我们这个厂除了一个因为时间老旧必须汰换以外，那个是没办法，一定要吃，不管你有没有运转，它时间到了它就是要汰换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空污升级，其他的主要设备都是 OK 的。因为我们每天每月每季都有依照停炉的规定去做一个测试运转，我们都有做维护保养，所以这个目前我们的妥善率，因为环保署要补我们补贴我们 1.2 亿，他每半年要来检查一次，所以我们凭那个经过委员的这个考核，是妥善率是 85% 的。我跟你报告是，这是绝对没问题。那至于既然你说妥善率 85%， 那为什么还要花到两到三亿呢？报告，这个重点是在我们的空污设备，那毕竟是十年前的那一套的一个标准，那既然我们要做，我们就要做最好，而且要把这个空气污染降到最低，低于法规要求的差不多1/9，所以这部分是需要钱。那这套设备目前树林厂跟新电厂他们也在更新，今年开始在更新，他们也是采用这套设备，要是符合欧盟的 AE 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才需要这笔经费。这个是我是希望说，既然要如果想要推把它启用，一定要用到最好的。好的，事实上我个人本人我是赞成启用储存罐的，但是我不赞成全年24小时烧了，我只赞成季节性的，好，比方说一个月只烧个3-4个月，然后把我们现有的垃圾跟垃圾场的垃圾把它挖出来，把它全部烧完，好，今年烧不完，我们利用东北季风来的时候来烧，东北季风结束我们也就停炉，好，再维修，然后我们这一段时间再把已经挖出来这个部分的垃圾场再加以活化利用。我相信经过三年，我们的现有的垃圾场一定能够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完。好，时间还有点，明天我们再来聊。好，谢谢大会主席。对，谢谢江议员。好，谢谢江议员呢、哦。这个一般来说，这个事实真相会越说越明白，但我总觉得焚化炉这件事情怎么说都不明白啊。谢局长已经非常诚恳，几次我们都有听到，其实他也用他自己的这个人格在担保哦，这个好像很多时候还是讲不清楚啊，这个奇怪这件事情。那我们请接下来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啊，我们请林崇汉林书记长质询，大家时间10分钟。好，谢谢大会主席。本席再次请教林明书长，是吧？我想哈，本席这边补充一个哈，刚才没有跟你讲到的哈，为什么要很注重这个原住民的文化产业聚落哈？这个县长的想法很好，我们也很支持，当然我们都不否定原民处的努力哈。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国内的国旅客啊，我们讲大陆客啦，或者是东南亚的客人啊，怎么样的？这个市场哦，人力的市场来台东市场是在萎缩的，哈、啊，人数是在降低的。那个，你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的一个文化产业聚落，所以你的这个更新跟创新哦，不但是创新，而且你更新要快。如果你跟花莲的那个东大门的原住民的观光夜市，或者跟那个产业聚落都一样的话，那请问你？我到台东县也看到这个，我到屏东县也看到这个，我到花莲县也看到这个，通通都一样的，你懂我意思吗？我知道。是啊，本席给你一个经验哦，我去过云南好几次，那个丽江古城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100%的，非常的有高度的兴趣，那第二次的时候我只剩下80%的热情，第三次的时候我大概只剩下了60%，因为我已经去三次了。可是当我第四次去的时候，我又回到90%了。为什么？因为它内部的街道、内部的装修、内部的贩卖的方式可能已经有更改了。所以本席要跟你讲，为什么这个产业聚落其实是相当的一样的道理。当然丽江古城会这么有名，是因为每年都几百万的观光客去那里，在台东没有这样的市场，所以你对这样的一个 ATT 委托经营的它的一个方式你要非常清楚，
你要非常了解。我一直不希望行政单位哈、把什么东西委外，然后就不关我们的事情，这个是不对的哈、我希望处长能够记得本席讲的话了哈、好，处长请坐。还有科长，来，我叫科科长。刚才本席也讲过圆明会馆的事情，我也还没讲完了。因为我们特别会关心，是因为目前我们还看不出来圆明会馆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互动哈、那我们办了很多的原住民的活动，那你会不会想要去那里办？这是吸引我们的诱因之一啊。所以你要跟他说明，其实事实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结合提供我们的意见进去的话，事实上我们所有议会的，不要说原住民议员，所有的议员应该都是他最有力的后盾的、我希望他善于利用了，好不好？好，科长请坐。来，那个经济产业科长，啊，我考试啊，考你啊、你现在知道红叶的目前红梨啊，不是红叶，红梨，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有关原住民的生产的这个有多少厂商，你知道？厂商啊，不要种植，就是贩卖红梨做产品的。你有没有数据？销售端吗？啊，对啊，你有没有数据？就是脱壳之后买卖的啊，专门在买卖的，有很多原住民在买卖啊。对，我这次带去大陆都是原住民卖的嘞。现在我们在南回线上主要还是小农，跟小米、小农啊。小农哈、啊。对，各自包装来，就是初级的加工来销售。对。那也有一些在收获的。所以你看那个，所以特啊，有时候哈、我们。有党的议员有时候会这么关心我们原住民的这个基因产业的状况，就是这样。事实上有时候你在这个所有原住民的基因产业这个算是一个领导的地位的时候，你更要清楚的去掌握、我记得本席记得上次我们去，我跟副书记长去贵州去看那个秦娃土酒，去看那个文创商品，我也是请副书记长帮我提供这个文创的这些所谓的红米小米的东西啊、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台东县、这个红米最当道的时候，看到你应该要站在这个 leader 的角色、领导的角色去辅导原住民的，不是我们很辛苦的、去带出去让大家去了解、事实上我们带出去很多人都很喜欢的，所以它的市场的真实的潜力是很大的啦。我希望看到你在这方面还是要多努力了，好不好？这个东西你要多多努力，好吗？好，经济产业的东西，好吗？啊，不要每次有些议员问你啊，你都完全不知道我们原住民。其实你可以有时候把你所做的事情大声讲出来。事实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对七万多原住民同时负责，但是我们要一个一个一万的、一万的、一万的拉出来。你懂我意思吗？你讲过的事情你要讲出来啊，不然没有一人知道啊。我们知道你很努力在做，那我们给你方向。但我们的职责就是告诉你你的方向在哪里，但是我就是当然没有一个从政者可以说这领导的角色说，哎，我进去七万个原住民，本县原住民全部都安居乐业，没有这回事啦。但我们要用最起码的方式去带领他们了，你要让大家看到了，好不好？这科长，这是对你的这个要求了哈。好，这样请坐。福利科科长，福利科科长，是吧？我在这边，本县在这边跟你说哈、文化健康站真的是对原住民的老人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本席哈、去过所有台东市区所有的文化健康站的处理状况啊，办理的状况，真的我们的老人家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个活动。你有没有下去过？每一个站有。资本站有没有去过？有。南荣站呢？马兰站都有去过。还有包括宝山。那你认为现在文化健康站，你认为还可以继续的加强的是什么？还有明年或者是以后还有没有继续这样的机会陆续开站？首先谢谢议员的支持，我们台东市今年开了五站，那我觉得我们还要再努力的，就是可能在文化的部分，就是让老人家可以展现说他的那个智慧，那这个是我们在努力的。还有就是健康促进，那也跟之前跟医院报告了，我们的那个整个的 AP 那个 ATT 啊，不说错了 APP 也已经在做了，
届时的时候老人家他的健康会在整个线上看到。这个站大概还会有没有后续增长的空间？跟议员报告，处长都指示，我们下半年度还会再办，那明年一号明年一月一号就开始接，那下半年度还会再开放。下半年度是指七月以后？我们还会再公告这样子。那这是看中央的预算还是？那个华东基金。华东基金来开的哈，因为本席去过这个四个文化健康站哈，当然承办的单位哈，真的都很努力，而且参与的老人家连那个哈，我跟你说那个文化健康站，连那个汉族的朋友啊，平地人的朋友哇，都抢着要去参加嘞，所以这个怎么讲？这个在政府一直讲说长照 2.0 长期照顾那个时候，实际上文化健康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示范，或者是一个前哨站嘛。我们讲长期照顾对老人家这个哈，这是福利的有关哈。如果文化健康站这种东西都做不好，长期照顾都不用讲了。所以我希望美民科长看到您在所有文化健康站一定要特别的去辅导，而且是不是能够结合外地的资源？像本席前一阵子去这个宝山哈，他们可能就参与的人数太多，经费不足，那本席就是请他们去找社会处的协助，我们社会处有个食物银行嘛，来提供这个米给这个哈、哦、这个老年人吃啊。哦，老年人因为你也知道饮食生活很有些都很奇怪，不吃面啊，都是要吃米啊，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科长，我希望你对这个文化健康站再度的琢磨加深，让他在原住民的部落社会里面发挥哈，把这个老人家带出来，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活动，好不好？好，谢谢议员，我会照办。好，科长请坐。谢谢。那保罗蒂科长跟谢科长，你们先休息。好，我们又想到了，我再问你们啊，好吧？谢谢大家主席，谢谢。谢谢林崇汉议员，那我们这样时间上还是可以有中场休息到10:40，继续开会。好，我们继续开会。下半场我们再请江监设江源质询，询到时间10分钟，江源请。谢谢大会主席，今天上半场好像消防局被冷落了哈。我想就叫永消防局。我们现阶段我们救灾所使用的抛绳枪，根据经验，还有我们许多特搜队员、消防队员讲，好像我们的距离有受限，所以去年在鹿鸣桥上，因为距离太远，抛绳枪没有办法抛到那个位置，以至于在救援的工作上面没有办法再及时来救援，一直拖到第二天天亮了之后才把人带出来。那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势在发生，本席得知了205兵工厂有自行研发生产抛绳枪，而且是用空气动力，不牵涉到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这个问题，而且它的投射距离可以达到230米。所以本席在5月9号特别邀请205兵工厂由他们副厂长亲自到台东来，5月9号下午3点钟，我们在新落成启用的丰田简易慢垒球场做了现场的操作示范演练。那我想应控室那边麻烦影像给我，这是205兵工厂所制作的这个雪道。本装备以高压气体为动力源，既有手持式及落地式等两款形式，为多功能军营通用装备，适用于水上救溺、沙洲受困救援、海上救难、山谷地形救援、渡河、山地作战、流笼及吊桥等主缆架设、舰艇间传输作业等任务。另因应夏日海边或西洲戏水人潮日益增多，本厂特别研发搭配救生圈抛射艇及浮水绳抛射艇，
可提升任务达成率。好，那一天我们在现场除了205兵工厂来示范之外，我们也请特搜队员亲自去操作了。那一天局长您不在场，但是我们秘书在场。来，秘书，你是不是讲一下那一天您参与的结果，你的心得如何？感谢张议员安排这一次的一个示范观摩的一个活动那事实上，国内兵工厂它所研发的东西，事实上原理上跟我们所购置的是差不多，不过它因为它的坝数是比我们采购的这个坝数是多了一点，所以它的投射距离确实有比我们现阶段我们采购的有再多一些些距离，大概50到100这样子的一个距离的一个远度。那当然我们在急流受困救生里面也有时候也要考虑到所谓的急流的状况，太远了有时候 或许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个有效的一个救援这个。那个距离是可以根据你控制它的压力来调整的，而且还有它的角度啊，它抛射的角度啊，是不是？是。所以基本技术上是 OK， 而且他们后续的服务那一天他邱副厂长也讲得很清楚嘛，他们后续的服务可以做得很好。那比相较现行我们所采购的这些相关的这个设备，不但设备比较好，后续还有服务，再加上价格也有竞争力嘛，是不是？所以您觉得我们如果来采用这套设备的话，您的看法？目前来讲，我们所了解这个采购的程序里面，目前是因为有跟公测会里面的一些解释上还是要做一些厘清，那目前还没有厘清清楚，就是有关这个就是军工厂所做的东西跟，因为毕竟这是在市面上也有民间在卖所以单独的跟他做采购或许有一些采购上的余力这个 OK。 军工厂长他讲得很清楚，其他有已经有其他的县市已经采取这种采购的模式跟他们做了采购了，那我们就比照其他县市的采购模式就好了嘛，那后续我们再跟兵工厂他们再来详细的了解嘛。那31号他们还会再来，31号会在议事堂现场示范演练不过抛绳枪没有办法了那一天可能在现场示范操作，可能就是网枪，就是逮捕网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到时候要请县长跟警察局局长来亲自来操作看看您秘书你先请坐，局长谢谢。我个人的看法是，强烈的建议我们局里头能够朝这个方向来去采购，而且邱厂长他也承诺，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发现任何的缺失，他们会随时去做改进随时去针对着我们使用上所发现的缺失会随时去做修正，会去做改进。我想这样子的话，对我们搜救救难人员在进行搜救救护救难的时候才会能够达到最高的这个效益，您的看法呢？谢谢江议员提供这么好的设备来让我们知道那刚刚秘书也已经回答过了这个设备依当天测试的状况来看是比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装备，因为它能够填充的单次的这个气量呢比我们现有的还要再高40巴所以它可以发射比较远的距离那实际上是比我们现有采用的还要再优一点点那现在当然我们现有的炮声枪目前呢我们有32具配发在各个分队来使用，那也都还堪用，尤其是最近我们又买了4具新的我们比较晚知道这个资讯那后续如果有后续的采购我们会来考虑这样的设备来加入我们的救援行动。那当然我们也要，因为它射得比较远，刚刚也有提到一点，就是你射远过去之后呢，浮水绳能不能拉得过去
啊，这个是也要在后续我们再持续来研究啊。到时候湖水神过去啊，主神怎么过啊？这个可能方式上还要我们再要当然进一步的，那个就牵涉到你这个绳索的承受力度够不够嘛？是。所以我就说了，对岸地工厂他同意，如果我们在操作使用上发生发现缺失，他们改进啊，不是马上改进。对岸要有人拉，是那个力量会很大，因为你绳子越长，它的含水量越大，所以要拉过去的力量要很大。所以对岸到底能不能他们所利用那个抛绳是不会吸水的啦，不会吸水的，而且会浮在水面上。对，那是浮水绳啊，但是他还是要拉主绳啊。那当然是要有一定的拉力啦，一般的人是可以很轻易的拉啦。当然啦，如果是受伤的人那就很难说啦，好，那就要看状况，我们再做探讨。是啊，那原则上如果真的好用，我们会在下一次的以后续的采购里面，他们还有研发那个遥控直升机啊，可以用遥控直升机啊。如果说遇到有重伤的，就用遥控直升机啊。是，对，所以我们最近也正在用空拍机啊，用空拍机来携带绳索，甚至于救生圈、救生衣啊，来抛给受困的这些民众。那空拍机的距离反而更远啊，它可以到1公里啊，所以。反而比抛绳箱还更那是在整个设计的功能上面了。对，所以他们兵工厂也针对这个方面，他们有做各种需求的这种设计，所以我们也可以朝向这个方向来去努力。我们很愿意有好的设备啊，来提供给我们啊这样的讯息啊，让我们的同仁在救援上能够更为顺利。谢谢江议员。而且为了要能够落实这个消防救灾这样的一个工作能够顺利的来完成，我个人很乐意了啊，在我个人的选区范围内，我个人乐意挪一部分的建议补助款来给局里头来采购所需要的这个相关设备啊。当然你们也可以跟其他的议员来寻求补助了啊，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了，但是我自己选举区我自己愿意这样子来做了，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去努力规划。谢谢大家主席。好，谢谢江接受议员。我们下一位登记质询的是张正辉议员，询答时间10分钟。手汗吗？可以的。手汗就让给我。好，谢谢大会主席哈。想就叫一下吴处长，哎，处长是吧？严明处啊。恭喜处长啊！县长把整个南回县当作他的施政的重点，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翻转整个南回县的目前的状态，一方面能够发展观光，一方面能够把在地的特色农业一起带出来。啊，处长这边除了县长所做的报告以外，处长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可以协助到整个南回县吗？跟原报告，其实目前在花东基金上面。原民就是上个礼拜，其实原民国发会这边有核定一个大太麻里多两个南点的产业的发展的计划。嗯，那它目前经费还带原民会来去做核定，所以基本上这个案子是已经核定的，再来投入到南回。不，你们希望他们能够发展怎样的产业？其实这个其实还包含，其实从开始它的文化，它的整个的基础建设的营造开始，到后面在做它产业还有文化的，我们希望能够把所有的在这个，比如说是南田好了。南处长，从处长的谈话我们知道，现在你申请花东基金的几乎都是要做硬体的设施吧？没有，后面就是还要把他们，就是因为现在。比如说以多良好了，其实我们多良都是看到的都是在下方这个地，其实真正部落是在上面查拉米的部落那边才是我们部落族人居住的地方。查拉米的产业特色是什么？特色产业是什么？其实查拉米现在小米它是产最多的地方。是小米其实是南回县有做一系列的提升跟推广种植，甚至建立南回县的品牌，所以如果你单独把查拉米的这个以为他要发展小米就可以凌驾，或者是说带动地方可以跟他的车站结合，你认为这是可行的？
我认为这样子是可行的。我们希望能够把一些客人游客带到部落这边来，来做一些消费，或是正式在那边居住，这样子我们部落才会有一些收入进来，这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整体来说，南回县的观光应该是小众的旅游市场，所以未必会达到处长你想象的那样。我们曾经试过了，不管在金峰或者在金轮一带，我们其实整个环境的承受量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很多人进来。我们当然希望他们透过到部落深入的体验，让他们跟这个让游客跟部落之间有很好的互动，也增加我们这个产物的销售量，但是它是有限的，它没有办法支撑整体的生产量，所以你必须要想其他的方式推出去，就变成我们是不是这个农业在农业的部分，原民处可以协助到原民的地方，要从根本重新思考它才对。一方面提升你的耕作技术，一方面来建立你自己的品牌，才能够有机会的推广出去嘛。最近原民会带了一票我们南回县的这个从事农业的青年朋友到香港去，他们办了这个叫做销售展售的活动，对不对？是。你有看到它的成果吧？能不能讲一下？其实我们台东应该有几家厂商过去，包括金峰的有那个世忠，还有我们这次生产合作社的理事主席郑忠，也都有去香港去做展销他们的一些现在在地的农特色产品。是啊，听说不到一个礼拜就一个货柜的订货量红利，是不是这样？是。你去发现嘛，事实上只要透过现代的分析方式啊，你就发现传统的作物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市场的需求非常大。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原民处更要思考的是跟原住民之间，让他能够体会到，甚至于能够意识到这个好东西要跟更多的好朋友分享，是才能转化成他的经济来源嘛。过去我们都把这些当作自己的食物，自己来品尝，自己来享受，事实上透过现代的手法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一直建议原民处啊，能够思考看看过去的作为，我们都是单打独斗，都希望个体户做出来，可是这是不够的啦，它的力量不够。最近贵处不是在辅导合作社吗？对，来，你告诉我，台东南回小米生产合作社，在目前生产合作社，因为去年成立到现在，因为我们理事主席有更换，那现在目前就是今年选出了那个吴正忠，我们洪黎先生为这个生产合作社的理事主席。那我们5月23号的时候会在这个合作社会一起跟我们快筛站一起联合开幕，在那个冰茂的以前的卫生所。这个部分我都知道，但是我发现我跟他们谈话了，看看他们的运作，他有很多的不足了。是。他一方面对这方面的一个认识啊，或者是说他整个运作的状况，他们自己都不了解。尼卡科长有怎么样给他们辅导？哎，坐下，你坐。尼卡的重点来了。报告议员，其实我们在那个104年开始执行这个小米产业示范区计划，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核心，就是在成立合作平台这件事情。那也很顺利的在去年9月份就完成这样的一个筹设。那诚如刚刚议员所言，确实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合作社的成员都是我们在南回县上真正从事农作生产的一些青年朋友，这个是非常难得的。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机制，我们也很期待在将来在南回县上，不只是小米，所有我们的杂粮作物都可以在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合作的机制。科长，对，合作社它就是杂粮的，所以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来了，问题是他们目前因为是青农，本身没有很大的财源经济实力，他们很欠缺的是，他们需要有更多的辅导金的投入帮他们。我据说他们现在的股本都非常的低，自己要做其他的这个一般的营运事务都有困难，
那贵处有什么样其他的这个辅导方式可以帮到他们？目前合作社股本比较低的原因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设立的那个入股金是比较低的。是吗？对。所以当初他们要成立的时候，科长有在现场？大家有讨论过，可能也担心说太大，就是金入门的金额太高的话，大家参与的意愿比较低。那是没有关系啊，我刚才说了，事实上政府有可以协助合作社的辅导金嘛。我记得圆明会应该是有啊。辅导金的部分，圆明会它是有一个原住民合作社的一个协助的办法。对啊，我记得圆明会有嘛。那因为去年它成立的时间刚好错过，不过今年可以补申请，这个是没有问题。那就麻烦科长能够。对，好像在公所这边也有一些可以挹注的部分呢，我们都会想办法来帮合作社来争取。经过相关所，它可以补助，这个是我们是知道的。不过它需要比较多的关怀啦，我们也希望处里面能够多帮助一下。要跟处长再一次的强调，合作社才是面的推动，过去我们是单打独斗，它是单点的，其实是有困难的，很容易被市场所掩盖掉。当你变成一个面的时候，你可以掌握的资源就多得多，合作社的价值就在这里。如果没有成立，没有把这个好好的推动，其实靠自己原民的这些农作，他自己要生存非常不容易。从金峰乡开始做起来的整个南回县，我觉得是好的现象，希望科长能够在这个部分多给予支持啦，好不好？处长，有，我们大概平均两个月就会办一次共识会，因为我发现到要参与的这个合作社的对象，大家对合作社这件事情的认识也没有那么的完整清楚，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从去年在筹备前期一直到现在持续我们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在开一次会跟大家聚一聚来沟通怎么样把合作社这个平台可以把它建立得更完善。我们希望南回这个杂粮合作社是一个开始，以后做得好，这样的经验能不能复制在比如说关山县的这些原乡，我想这是有机会的。希望贵处能够再加油，他加把劲，把整个合作社做起来，功德无量啊，好不好？是，好，加油，谢谢。谢谢郑辉议员对南回这个政策的指导。好，请接下来下一位，我们翁丽莹议员询答时间十分钟。谢谢大会主席哈。我想请教这个人民处吴处长。刚才我们张议员讲的是多粮哈，多粮的结合。那我在想说，我们金龙温泉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哈。在从多粮到金龙的时候，尤其是我们金龙的温泉更好哈。据那边的商家讲哈，每天都有数百人从高雄专程坐火车来到金龙温泉这边泡汤，泡完了汤以后再中午用个餐，然后再搭下午的火车又回去高雄哈。那今年累月的话，就是因为现在金龙温泉的这个温泉业者也越来越多了哈。那上个礼拜我到了金龙温泉去，我发现了一个，我们在虹桥的旁边，就是本来有一座很漂亮的吊桥，哈、哦，那在那个尼伯特台风以后就把它吹垮了，哈、哦。那屏东有一个什么琉璃玻璃桥，它也是，我是还没有去过了，可是去的人回来说，也不过如此而已了，哈、哦。所以我在想说，既然南屏东那个琉璃的玻璃桥可以造成轰动，那我们年久失修的这个金轮的吊桥，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找回原来的风貌？哈、哦，因为从虹桥看过去，那个桥已经都是哩哩啦啦，哈、哦，只剩下两个桥墩，哈、哦，它、啊、上面还有一个凉亭，哈、哦，可是就是这个吊桥的部分，那是不是？我们原民处可以来尽量的来修复，然后跟这个原民会来争取经费，好、哦、让这条吊桥能再恢复以前的风貌。
跟议员这边帮我们会后再跟议员这边去做再去确认一下这个地方跟地点好吗？好，那再补充跟刚跟议员报告，就是刚刚讲的金龙温泉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把南回小米的核心区放在立秋国小，其实未来就是要把，因为那边会成立一个小米学堂，里面有小米的餐食，有故事馆，也有露营区，那未来也是要把它结合，把金龙温泉的这些的游客结合到我们南回小米的这个小米学堂里面去，所以未来是会有这样的结合。那刚刚议员讲的那个吊桥，我们会后再跟议员再去做详细的，我们再来那个吊桥就是应该你有印象吧，就是在那个现在大武教育活动生态馆那边旁边，以前要去那个里面的这个部落的时候都是要走吊桥，那后来这个红桥是因为在宋省长的时候把它扩建，后来就变成蛮大又漂亮的一个红桥，所以它连接的温泉到里面的这个部落的地方，可是吼，就是因为可能年久失修，那个吊桥都让人家遗忘了吼，所以希望说可以把这个吊桥来修复，也可以增加观光客。然后你讲的说立秋，这样可以结合立秋金龙温泉，还有我们张议员讲的这个多良，我们可以结合一个区块哦，让来的游客不止看多良车站，也可以到我们金龙看这个温泉哦，泡温泉，然后还有这个吊桥，然后立秋的这个你讲的这个什么小米的餐哈，好，那希望我们会后我们再找个时间到那边去看一看，好不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处长，谢谢。我们环保局局长，嘿，议员好，哎，局长早，这个垃圾问题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了哈。是。那我们在105年也完成了这个可行性评估的修缮的可行性的评估哈，那到目前为止，这个焚化厂它这个可以启用吗？跟议员报告，这个可行性评估是针对我们这个焚化厂的，不管是从环境冲击、法律面、财务面，还有我们的垃圾量这部分去做评估，目前是。大部分都 OK， 只是在垃圾量部分它是有条件的可以启用，不过跟议员报告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焚化厂毕竟也是闲置了10年、之久了，对，那里面有一些经过时间的过这个老化，它必须要更换，然后我们的那个空气污染防治设备它也是10年前的那种标准和机制，那我们现在希望是我们如果真的要启用我们的这个焚化厂的，尤其是空气污染防治设备，已经要是最先进的，所以这部分需要一笔经费跟时间来修缮，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不可以没办法说马上做启用，但是要这么修缮大概也要2年半到2年之间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提案也送到我们大会来了，那我们这个经费的部分也有跟中央争取，中央这部分应该会来支援我们，这个有关于这个修缮的费用做以上的报告。那因为要是说有可能启用的话，那我希望说这个空气的部分，因为我们台东是好山好水，那不能让这个空气毁了我们台东的好山好水。当然，是，那因为这个垃圾是最基本的话，因为我有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都有在电视上的宣导，是，那是不是可以下乡跟一些机关啊活动他们办活动的时候我们来宣导，因为垃圾还是要从最根本的家家户户来做分类是最重要的，是，好，那希望我们继续的来把这个宣导的这个工作做好，好，好，谢谢局长，好，谢谢议员，谢谢，谢谢大会主席，谢谢。好，谢谢吴委员针对金门温泉还有这个焚化炉的问题进行质询。我们下一位登记质询的议员张全新南议员，询答时间10分钟。谢谢大会主席，各位局处长大家早。
那现在本席想要先请教有关我们民政处严处长。院长。处长，我想您应该也非常了解，本席会比较关心我们海端乡目前对于殡葬设施的问题。那这一直都是我在从去年定期会临时会，我一直不断去就是去想去了解目前的进度。那是不是可以再请处长再就关于我们目前现况来说，今年他们会勘的情形，还有他们目前施作的情形，不管是纳古塔、纳古墙，还是红石的示范公墓，有关土葬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先请处长这边来稍微说明一下？报告议员，目前海端乡在施作的殡葬设施是有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红石公墓，第二个是红石纳古墙、纳古塔，第三个是雾路纳古墙。红石示范公墓它的水保已经通过了，那目前在送府修正那个新办事业计划，所以新办事业就通常都比较快，所以我们预计你说是纳古塔的部分，对，那示范公墓示范哦土葬示范公墓简单的来讲哦，水保已经通过了，那目前在变更新办事业计划在修正，所以我们预期哈八月应该是可以启用。八月是可以启用的。那目前你说他现在就在等待于说我们有他原来的新办事业计划修正的计划到府这边来做修正。对。那目前我不知道说对已经这样的函文的时间大概要多久？我们在审核当中，如果我们审核通常会相关部门，我们尽快请他们修正。是，通常都是回函都是一个月嘛，对不对？大部分不，其实他们快的，因为他们都其实实际上他们都委托厂商在做。如果厂商快的话，其实七月也可以启用。只要他们回复一个修正的计划，那没有问题的话，就原则上最慢今年的八月土葬的部分就可以来启用。我们一起八月应该一定启用。如果八月不启用的话，我们大概。公所我们真的是要我们会主动协助他们、啊、是因为这边我还是会希望说我们处这边真的能够来全力协助一下我们海端乡的殡葬设施，因为其实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包括这个月，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就是比较往生者就是还有面临到不管是火葬还是土葬都面临到可能要到别的乡镇去做，可能要置放在别的乡镇对公所的纳古塔，所以他们之前这个公墓还没有通过之前，他们当时本来有一起有计划要进其他的公墓要进账，我说不行，你现在根本容量不够你还进账，所以我们大概会尽量协助他们把这个岗位启用。另外一点就是红石纳古塔这个部分哈、哦，他们本来一起经费是8000万，我们是主动协助他们说我们可以纳入我们的华东基金来协助办理，可以筹措一些经费给对我们海端乡公所，但是乡公所说我们先做好环评，是，他们已经发包800万环评大概所以现在发包800万的环评是全都是由我们海端乡公所来做的，那个是这个重点，也是他们的经费，乡公所来用他们的经费。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环评过了之后，只要是之后的一些。我们会协助，包括你们就是县府这边会来协助，并且争取花东基金的经费。不管是花东还是内政，我们会尽量协助他们。但是他们这个环评，他们的企业是做到107年8月，所以107年8月，也就等于说107年的8月，我们才能在做环评以后的所有后续的。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可以协助他们申报其他的相关计划。既然他能够预估他的总经费是800的话，其实可以给我们的。给我们早点送到花东基金或是内政部来做补助。我想这边还是在希望说我们就是就双管齐下，不管是土葬的部分还是纳古塔的部分，我们都希望说能够尽快的来协助他们啊。然后如果说就像处长您说的，我们可以同时进行的作业部分流程，那也可以去怎么讲去协助他们，或者去指导他们说送一些不管是什么修正计划。对，到府内让我们再来。实际上，我们为了节省，全面协助。实际上，我们为了节省会办的时间哈，实际上我们都是直接请相关单位直接到我们办公室来一起开会处理的模式，这样是比较快的。但是有时候公所我不晓得是厂商呢还是怎么样，都比较慢。比如说，雾路纳古墙，是雾路纳古墙这部分新办事业计划写的不好，
所以我们4月15号请他们修正，修正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他们的修正函，其实已经一个多月，照理来讲修正其实修正的点没几个，实际上厂商应该早点透过他们拿给我们才对，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拿，我们都会继续所以我想说我们府内这边可以积极一点，如果是像这样子只要他们送一个修正的计划回到府内的话，我们应该会稍微定定一个期限呢、啊，而不是让他们说毫无期限的让他们去去想。我们不能够规定说你什么时候一定要给我，就是尽快去协助处理。对对，我们至少我们在县府里面大概我们一个礼拜以内就可以完成审核，但是送到他们那边，因为他们之间跟厂商有契约关系，所以我们不能要求说你一定要在什么时候，但是我们会好，没关系，那这边还是会希望说我们处这边来再做协助。那因为我记得去年我们不管是部落还是力道都有开过部落会议，就有关纳古墙的部分，所以刚刚我听处长您的回复，所以目前力道部落的纳古墙是确定没有要施作，还是说后续还会在力道？我们目前没有听到，我只有误入纳古墙，他们开过五次部落会议，力道的部分我们他到现在都还没有送进。因为去年力道的部分我本协也有去出席，所以我是知道说去年他们在开纳古墙的部分，他们计划都还没说明会是有两个部落，一个是误入，一个是力道。因为力道目前的我们的公墓也是属于比较饱和，而且其实他面临到他们水保一些问题，他都会在崩塌嘛，所以变成他们那边土葬也没有办法去做那个埋葬的部分，所以说我记得他们去年有开会。我有印象了哈，记得了，我跟他们协调过，好像力道这部分还没有取得共识，还没有取得共识。实际上纳古墙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其实也是很担心他们的纳古墙设在红石公墓旁边，但是如果没有人来维护的话，日晒雨淋，我想祖灵一定会不高兴的。所以我跟他们讲说，其实要审慎原因。为什么？因为一般的纳古墙，我们观摩过其他的县市或者其他国家，纳古墙一定会在灵骨塔旁边，是在一个园区里面，而不是放在公墓里面。所以当时他们报这个计划的时候也请他们审慎评估啊，不能让。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去参考一些成功的案例的。我想说像我们临近的花莲啊，像卓溪啊，他们也有成功的案例，我想处长应该您也知道。那我想这边没关系，那如果说力道部分他们既然如果部落还没取得共识的话，那没关系，他们之后如果陆陆续续他们开会如果取得共识，我们就再来协助。但是就有关我们刚刚所说的红石的土葬区，你说今年的8月就启动，那还有纳古塔的部分是到明年107年的8月才会，还有可能去做后续的一些处置流程。那还有我们误入的纳古墙的部分，它只要是办事业还是在希望我们处里面再多多协助他们。好，我希望说能够尽快，因为其实我觉得殡葬设施对我们海端乡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期盼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那我想若是能够真的完成的话，我们乡亲也会非常感谢我们所有辛苦的行政机关还有我们处里面的所有同仁。好，就再麻烦我们处长。好，谢谢处长，请坐。那下一位本席想要请教有关我们消防局管局长。局长，在上次11月的定期大会，其实本席也有问过有关我们就是抢救设备的部分。那我自己也有看到今天早上其实很多议员都很关心我们不管是义消同仁还是消防同仁的设备的渐渐的改善的部分。那我想请教一下有关我去年本席一直要求说我们海端力道至少在救灾的时候它的一些照明设备这个部分请问一下，去年你们是回复我说已经采购，正在采购中。对，已经采购完成。那目前呢，因为而且已经配发给分队。配发，那我想请问你配发的那个单位是确定有到我们海端分队力道分队吗？我们所有每一个分队都有，所以海端也一定有。海端一定有。对。那跟本席接收到的讯息有点不太一样嘞。我们海端好像今年4月。因为我知道我们有关小队长有一些职务的调动，是对，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去询问的时候，他说还没配到海端分队。有，5月初就是这个月初吧。所以这个月初已经配到海端了，力道也有吗？
有确定，力道也有。好，那就再还是感谢我们局长这边的用心，因为其实本局还是会希望说，我们这些尤其是比较偏远地区的部分，设备一定要加强，才能够避免像去年一些救灾上的一些问题的产生。好，那就再次谢谢局长。好，局长请坐。谢谢大会主席。谢谢张全兴南议员对海端乡殡葬设施以及也是一样好义校同仁的设备做了一些了解跟探讨。接下来下一位登记质询的是林参天议员，询答时间十分钟。谢谢大会主席。那个环保局长，就有关于那个胡万武的那个底渣先运到那个桂林南路，在那里囤积到凹地了哈。是，那请问你有没有跟当地的居民做协调沟通？那个是公共工程。你有没有沟通啊？没有，这个卖走了、这个、有没有就好了啦。我这边说有没有沟通啊？没有，这个是。请问是，就有关于农地或是这种荒地，你要堆积土壤，要不要申请跟当地县政府相关机构申请？要不要？比如农业处，要不要？包括这个是公共工程，是我们是跟不用了环保署申请的，因为它再生力量要运用。卖我给转化，你讲你请教哦，你做差唔多无便宜。那你现在打算要搬到那里去住，对不对？桂林南路。我没有房子在那边、啊。我租给你，你要不要去住？啊，你敢用地下水哦？报告地下水你敢喝吗？那里的报告议员，我请问啊，不，那我说，我的，你敢叫我的，你公家的喝吗？请听啊，那我说明一下嘛。你不用说明，那你地下水你敢喝吗？我们依照规定，在地下水层一公尺以上，我们这个都有钻探那个水井的。那你的水温很低，好、哦，我要告诉你，现在水温很低，你要知道，如果是好东西，我再次提醒你，如果是安全的东西，高雄市政府不可能放行给你回来，况且。自己还要承担费用，你用这样思维去好了，去看就好了。我希望你站在那个位置是临时的，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台东的焚化炉谈了这么久了，已经变成一种前坑的一个政治操作了，你还蛮安一直跟屁虫一直跟下去。你要提出你的大方向，你的大方向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嘛。未来焚化炉我告诉你判一拖边了、啊、我期待你较有良心就好。我站在这里跟你说，我跟你说我很抱歉呢，因为我无法面对着你，无叫对我无原谅啊！啊，我问讲，桂林南路现在把它掩埋那种东西，那你的百姓你又不跟他沟通，又没有取得共识，那未来如果污染谁要负责？第一点，第二点，叫你搬去那里住，你又不肯。不好意思，行政处长，你先站里头，但你来回答，我来回答。行政处长，就有关桂林在正气北路的那个停车场，一个小时200块的租金，你了解吗？我不知道，一天四千八哈。我请教你，正气路迄块地租过田在停车目前迄块一年租偌济？对，因为那个不是我的业务，所以。但是你的业务是把负责把地上路敲掉，把土地取得，你的业务是这个吗？没有。这点我无得怪你啦，我讲一个更熟悉的，对电话迄人做代志哈，你嘛爱甲你的头家讲啊。黄建林把台东的土地俗俗啊，甲做桂林做停车场，遐停车一天4800。黄建林把桂田后壁迄块土地租予桂田，租70年地上权，情何以堪？他后面又使出了杀手锏，请你把那些后面的木炭桶那边人也要继续把他赶走的同时，你们请了律师又把人家查扣人家的账户，情何以堪？莫来做了，确定？我跟你报告，但这不是你讲的，这是黄建林的失足。我说这你不是你也不对，但我是要说台南人听到这个土匪啊，不见得就是土匪。你刚刚讲那个木炭那个跟桂田没有任何关系、啊、那一块土地你们收回来打算做什么？对，盖公务大楼。什么大楼？公务大楼已经够了啦，不要再做文字馆的啦，谁准你们盖公务大楼的？谁准你们的？有拿到议会讨论吗？有什么时候？去年卖软布的哦，我都跟你讲熟悉的，市政不是这样子的。民国34年、36年、38年，一些老兵、一些退伍的、一些跟国民党老兵一起过来，在为了国家做事，在那里有一些宿舍，你要坐下来谈呐、啊。
是不是可以住宅请他们登记，或是用请他们搬起有一个什么基本的一个搬迁，因为那个房子都是他们自己，几乎都是他们自己盖的比较多了。是，议员这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没有经过协商，你就把它查封他的账户不宜了。议员这部分也感谢你的协助了。好、哦，我当然了，那个我们是尽量去做而已的，我也不要说我自己做多多少，但是我不忍心。那些人跟那里的有情感，如果他们早期如果说有野心的话，那些土地早就被他们变为他们自己私有地的了。但是他是体系这个国家尊奉公守法，在那住了几十年，你无缘无故一脚就把人踢开不宜了。情感上哈的撕裂哈，比任何的市政都还残酷了。我只是在这里提醒了黄建林，他是有信仰的人，他是有信仰的人，但是他常常在违背信仰在做事。上帝惩罚他，我讲诶，我北来都没在做主嘞，你知道他太太告我，你知道吗？告什么？陈明燕要告什么？涉嫌药商回购的一个基金还好意思告，叫陈明燕收手了。那一朵哭泣的玫瑰永远不再闪亮了，台东都灭了嘞。不过你的地渣要回来，百姓也不懂，你就把它倒在那里，还很高兴呢，要庆功宴的。那个不是地渣啦，那不是啥？泥料啊，泥料，好泥料，泥料。哎，那去你家里放了没有？那个要规定放在什么样？规定，那个是要适合的工程。好了，你再继续掰没关系的，你给我继续掰啊！啊，我告诉你啊，你是在帮县长拉后腿而已啊！啊，你拭目以待，看我这个会期执行啊！我不会轻轻的放你们过了，我告诉你，整个台东被你们搞到这样子。是吧？我们要解决垃圾问题。解决垃圾无能啊！你解决什么？你赔了21.6亿，你有跟人民沟通吗？把服务人当作一种提款机啊？你没拍谁啊？什么叫备而不用？什么叫备而不用？用这种美丽的谎言、政治的谎言来骗百姓啊？备而不用。配的配而不用，你是学法律的、啊、处长，我不忍心苛责你、啊、但是你要谈法律没有关系，你依法律你的素养你的专业来谈，没有，但是在环境的这一块，我希望你不要随便下指导棋了、啊。哎呀，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嘛。哎，人会听袂落啦。有一天你落这舞台时，你再讲你的政策做唔对，你对不起台东人啦、啊。来，肖永局长。我想我都会尽力去做啦。肖永局长，肖永局长。上一次旧光明路的一个火灾的一个汲取一个教训，有关我们的营梯车的问题，在前瞻计划你有没有提出向中央的要求，希望台东能够建构一个高楼层的一个救灾的一个营梯车，你有提出吗？跟林远报告哈，前瞻计划里面并没有这个项目啦。嘿，不过我们在花东发展基金里面呢，对，我知道，有准了吗？就换新，有准了吗？有准了吧？准了。归哪位？就十楼的。十楼。对。那对台东整体的一个救灾，当然是一个帮助了哈。是。那目前的高楼很多嘛，那一台东的救灾，你认为我们现有的营梯车可以符合台东的承载量吗？目前我们有3部营梯车是可以的，没问题。那你要加把劲了。是。啊，多多鼓励你们消防兄弟的辛苦了，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了。是啊，在任何的监管会里面，我们集思广益。是，你要做一个良善的大家长，你要敢听修。我因刚刚讲过，也以你做管建新管局长是一个真光荣，该做董事是一个真光彩，人生是真有希望的。我讲这意思你了解无？是啊，因为你算真久的局长吼，对台东其实你比上拢了解了。不只讲伫消防，伫政治规个斗争内底，你嘛比上较清楚了。你讲有影无？无，我是公务员，无介清楚。啊！我公务人员对这无介清楚。哦，斗争个你敢唔捌到底啊？但是恁个同事，迄、那个科长向钓鱼号咧刮叉，迄事件中你嘛爱讲两句话呢？我过去伫几啊遍个咨询内底，有咧甲伊暗示，但是你拢无讲话，无出声呢？有时间买水果去遐看一下，迄是你个好同事。政治不用这样操作了，公务人员奉公守法，依法行政了、啊，每一个人都受到国家跟社会的敬重。残酷、啊，这黄先生啊，五户就残酷了、啊。好的科长无缘无故也没有犯错，就为了一场选举就这样厮杀砍杀，这种我看不起啊。
叫小号何金明快乐。他广告呢说给台东人的村委1900多例，我先问主计啊，就那一天我们的前乡长我们的张正辉张议员很客气地问了我们主计家户所得多少，他说阿外豆不知道，这个就是台东嘛。我请勉我们的消防局能够为整个捍卫台东还有包括环境的一个居家居住的安全继续给努力得到人民的掌声跟拥护。好，也感谢消防弟兄的辛苦了，平常心讲那是辛苦的一环。最后我也提醒我们的环保局长了，阿伯叫这个大这今天今晚今天爱个叫老大了，潘习官执行啊，就这样是一种良知啦。大表不闪，没有叫他坐下，又坐下。你看那态度，你看眼睛张大一点。不敢，不敢。这个议员，请你。啊，没有叫你坐下，你要坐下啊。我想，我以为咨询完。你以为现在已经是老大了的？万一有人来叫大头，以后碰到环保局长，他叫老大，我白来无礼貌啊！你根本不在意台东的环境啊，你有个前瞻性的规划了。在意，会在意。在意什么？等到污染的时候，一切都化为泡影了，这个城市即将毁灭了。建农的那个才是真的是污染，那个两个哪里污染？建农掩埋场啊。那你怎么解决？那你看摆烂嘛。是要解决啊。啊，不是，不是很多预算给你们吗？如果你不解决，哦、他买礼物嘞，办活动买礼物再送嘞，有没有？你不解决那个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办活动买礼物？你怎么见效是？要做就用这种欺骗的、隐瞒的，送个小礼物，人民就高兴了。谢谢大会主席，谢谢。谢谢林参天议员慷慨激昂的质询。我们接下来请洪宗凯议员询答时间10分钟。谢谢大会主席。先有请我们原民处长。处长，我想请教一下哈，现在你们的两个地方的重点呐哈，一个原住民文创产业聚落的基地哈，你们要把它分成这个创新育成跟商品展售两个区域。是。那这个创新育成是在以前的铁花路底。那商品的展售区呢？商品展售区就是那个玻璃贝壳馆，长得很像贝壳的那一个馆，对不对？就是那个在铁花路，在新生路这个波浪屋顶这个。是。就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哦，这两个地方你个别争取到多少经费来做？这原来就是2.5亿的经费，包含前面的规划设计。两个加起来2.5亿。是。所以花了非常多的钱。是。那个别呢？个别花了多少钱？这个长得像贝壳的这一个创世纪的新建筑物，这个花了多少钱？将近1亿。将近1亿呀、啊。是。那不就是几个货柜屋把它叠起来吗？是，其实议员不是只有货柜屋，其实它有钢骨、钢构后。还有很多的那个界面，这个建筑物要花到1亿。是。来，我再问一下了哈，那我这一个贝壳的长得像贝壳的这一个展售区啦哈，它的完工日期原本预计是什么时候？本来是要去年应该是年中的时候完工。年中？原本呢，一开始你们跟厂商签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应该是在去年104年底的时候。104年底嘛，县长那时候对外都讲说在105年的元旦要开幕，也就是去年的年初要开幕。但为什么从104年的12月份应该要完工的，却要延到去年的年中？那议员跟议员报告，其实这中间还有原来那是预定的完工的时间，可是后面因为还有碰到下雨啊，还有一些就是有延长那个工期，所以会延长到去年的6月份才完工。那所以实际上它完工的日期是什么时候？是到去年的六月。实际完工是在六月份。是。那中间有没有那个因为工程延误而罚钱？工程延误的罚钱一毛都没有罚，应该是有了。还 有是罚多少？详细数字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工程不是你们原民处在做吗？是，可是那怎么会你不知道要罚多少钱呢？那个吕科长请教一下，总共延档了几天，天数是多少天？因为他工期没有延档，在执行没有延档，在执行的时候，他除了遇到刚刚处长报告说明的雨天，还有无法施作的问题，还有一个最主要是因为办理那个消防法规有做
修正有变更，所以说那时候有做那个消防法。什么时候政府赋予我们政府这样的一个权利，你决定什么时候完工，完工的样态是什么样才叫完工呢？处长，哎，科长请坐，请教一下何谓完工，工程的何谓，工程的完工何谓完工，就是就验收完毕嘛。验收完没有，那是完工，是完工后面才要办验收、嗯、是等一契约的执行，它就是要做到哪一个完，做到整个主体建筑物完成。那你验收什么时候验收开始验收？其实我们去年八月办理初验啊，他六月完工啊，怎么会八月才开始初验呢？前面还有，所以你再给他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没有，就是他完工就完工了，没有，后来就碰到台风之后，我们后面台风了之后，后面还要再做一些，因为有一些有受损了之后。你先暂停一下了，好，来行政处里面的，先等一下，几位科长哦，连同处长在内，有专业采购人员证照，请举手。好，那请我们副座了哈、哦，来，请你回答一下。何谓完工？就是厂商报完工。来，在你的定义里面哈、啊。如果厂商报完工之后他又继续施工，那叫完工吗？厂商报完工之后不可以继续施工。那你们有没有再继续施工的情况？机电有没有再继续施工？你是说机电吗？对啊，整个工程里面所有东西都包含在里面啊。是，就完，他全部报完工，后面就没有再进行施工。你确定？你回去查看看哈、哦。来，那个我再请教一下那个副处长，现在我们的绑标哈、哦，绑标的定义，绑标的类型啊，你举个三种来听看看。常见的绑标样态。从一些工程会的资料来看的话，有的会绑价格标。绑价格标，然后绑规格标。绑规格标。对，那有还有黑道微标。对。啊，基本上哦，这种样态哦，做一件就随便抓到了，所以这种样态越来越少嘛，大概都是绑规格标啊或评选标的方式啦，对不对？你有听说过一种绑标的模式叫做洗干棒吗？没有听说过哦。我们台东县政府很多人来跟我讲说，台东县政府很常干这件事情哦，这种都抓不到的洗干棒，我说给你听了没有，人来讲故事给我听啦、啊，他我有专业采购的人员，我的回答跟你的回答一样，他说哦，洪议员你怎么欠啊，哦，你讲这种外行话呢？啊，搞我讲内行的。他说呢，他讲一个故事给我听啦、啊，哈、哦。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工程，是不是先请厂商来给我们先做一个说明工，大概找一个人先帮我们出估多少费用嘛？我们要去争取费用，所以要先做一个简单评估嘛。哦，他说评估完之后，厂商讲一亿啦，给你两成。哦，一亿给我两成。啊，然后呢，那个老板就说了，哦。那你报两亿啊，多的都给我。他说啊，报两亿，我报一亿给两成，我就底下抢价，这就表示有利润嘛。所以盖这邱兄要来绑标，要来标这个标案，啊，你给我报两成，我有办多规全台湾省的大家邱兄拢来报。哦，啊，这个老板说呢，你放心啦、啊，一定让你标得到。哦，而且只有你一家可以标啦。哦，他说这个厂商非常的疑惑，那有可能呢？啊，结果呢？这个县政府哦，啊，不要说县政府啊，啊，这个单位呢，就问他说，那请问你这个施工日期要多久？他说施工日期要要一年半的时间，哦，那老板就说，来你报时间哈、哦，报一当就好了。啊，报一当就邱兄公，我报一年，我要做一年半呢，那我后面的半年不是罚死了吗？对不对？光赔钱就赔死了啦。他说不要紧啦，你都来走啦，我、哦、让你一年半的时间可以做了。这个样态你有听说过吗？啊，我现在讲的这个吸干棒，你有理解吗？不理解哦，在报开工之前就可以开始动了，报完工之后呢，还可以继续动嘛，这叫行政裁量空间嘛，这就叫吸干棒啊。无别个厂商，我这个厂商若没有经过大老板的同意，我敢来标吗？恁管政府会给我这个时间，通好缓冲吗？这样样态你还听不懂？
报告议员，因为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报开工才可以施工嘛，那报完工之后就不能够继续施作啊。那我问你啦，那个你回去查看看我们的丰里桥的施作过程啊，哈，什么时候报开工？我跟你讲，开工的主持人就是我啦，那个司仪就是我。那在当天要开工报啊，开工的当天呢，底下已经做到冰冰冰冰，哦，人家在讲这个故事啊。好，来，请坐。处长，你们这个有没有这个嫌疑啊？我跟远报告没有，因为我们八月份办理初一，我们就花了，因为两个厂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办一个去办理初一。那我问你，你还要做缺失？谁可以决定让他从完工日期从104年12月份可以延到105年6月份，将近半年的时间，谁来决定？那个他厂商会提出，比如说可能在这段时间的下雨天是没有办法施作的，他就会提报上来跟我们去报工期的延长。这段时间台东是多雨的，台东是个多雨的城市，有这么多的雨下雨天吗？当初他在报这个工程施作的日期的时候，不就应该把这个计算在里头吗？还是我可以无限期，我尬一杯报归缸，反正我做不完，我就给你县政府报，我因为下雨天，我因为什么因素，然后你就可以给我无限期延长。那个行政处长，可以麻烦你哦，这一件我现在讲的这个案件哦，你们跟那个政风室哦，好好的来查这一件好吗？对，我们大概没有查这一件的权利啦。来，我现在就请你回去跟转达给那个政风室吧。是，好的，来查看看这一件的案子里面是不是我讲的这个情况，可以吗？是，原这个我来转达政府。好，谢谢处长。算我再请教你了哦。招商的情况哦，目前呐、啊，招商的情况，好，哪里呢？我明天再继续问。好，谢谢处长，谢谢。哎，好的，我们谢谢黄宗凯议员这个相对冷静的咨询。那我们下一位登记质询的是江金寿员，询答时间10分钟。谢谢主席，今天好像都没有人关心民政处哈、哦，请教民政处长。不被关心也蛮好的，都应该心里是这样想的。这个有关本席所建议，第八选举区应当把它区分为两个选举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确定是19号下午3点钟要办理公听会了。那本案自从本席提案、媒体报道，然后我个人在脸书上也分享出去了之后，接到地方非常热烈的回响，一致认为，包括媒体界一致认为说，早就应该做区分了，早就应该要做这样一个区分。但是过去我们一直是受限于省政府的那个划分准则嘛，选举区划分准则给我们限定只能够划分4个选举区嘛。但是根据选罢法第37条的第二项，应前项选举区应斟酌行政区域人口分布、地理环境、交通状况、历史渊源及应选出名额划分之。根据这一项的话，那本席的建议是有理嘛，好，刚好就符合这个部分。更何况我们是名额不增加，是在原来两席名额的情况之下，把划分为两个选区各一席名额嘛，所以这应当是可行的。同时对于现阶段选民对于民意代表的要求是要求更专业化，也没要求每一项议员都要到场，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把这样一个动线过长，然后多族群的这么一个选举区做这样一个适度的一个区隔，我相信这个是对整体议员的服务素质也好，对选民的权益也好，都是加分的了。所以不晓得您的看法呢？我跟议员报告哈，选区缩小是个趋势，是个趋势，所以我自己观察了整个选区，大概是第八选区是。处长，麻烦你稍微大声一点了，你是昨天前天太累了吗？主席九活动，而且有点中气不足。第八选区目前是前线选区最大的，而且选区缩小是一个趋势。第三点就是省府那个规定已经废止适用了，不再适用。
所以我们实际上也是乐观基层，让服务的品质能够提升了。是的，这是一个趋势。当然这样子也要求后续的议员要能够提高服务的那个热忱跟品质嘛。所以说我想这对的地方都是好处齁。因为我这样的意见抛出去了之后，太麻里乡反应最强烈了齁、哦、太麻里乡反应最热烈。他们说哦早就应该要这样子分了齁、哦。而且他们还提到了乡民代表的选举区齁、哦、原住民平地原住民的乡民代表选举区常常都是全乡齁、哦全乡没有这区分选举区的，那他们也顺势提出了一个太麻里乡乡民代表选举的选举区啊，平地原住民选举区的这个区分，他们建议说从香南为分界啊，香南以北一个选区，香南以南一个选区，各两席名额哦、啊，他们目前是四席名额嘛，所以各两席名额，那依照人口数来看。跟族群来看，哎，也合理呀、啊，好、哦，也合理。而且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太麻里乡可能可以产生一席阿美族籍的这个乡民代表，这样对整体来讲也是一番好事啊。不晓得您的看法？我们可以重新检讨这个事实，因为我发现有几个乡镇是以全乡做选举区，有些好像又想切割。我想我们可以审慎评估这个可能性，让选区缩小，其实是。是可以做的，但我们再审慎评估看看。对，是的。啊，以太麻里为例，再看看卑南乡。卑南乡是13个村委一个选举区，过去是三席乡民代表的名额，那从这一届开始是增加一席四席名额。那以往不论怎么样，除非说他们自己细想之争，要不然达鲁玛族的卢凯族是一定会产生一席。乡民代表啊，这一次因为增加了一席四席之后，哎，他们竟然产生了两席的乡民代表。那也有人提到说，是不是卑南乡也应该要做一个选举区的这个划分？比方说，我们所谓的北四村出入的北四村，跟富山村、立几村，把它区划为一个选举区，然后槟榔一直到立家区划一个选举区。哦，然后东兴村一个选举区，以人口数来看的话，刚好可以是说东兴村产生一席，丽江至泰安这个选举区可以产生两席，那个出入那个选举区可以产生一席，也是四席。哦，那自己保障名额会落在哪里？那就是看运气落在哪了。哦，因为才牵涉到一个妇女保障名额，四席有一个妇女保障名额。包演，我想我们大概会审慎评估了哈。目前我知道平地原住民的乡民代表或镇民代表都是以前乡镇为选举区了哈。那是不是要三地原住民好像又有一些不同的状况，所以是不是要这样做切割？我们会审慎评估看看，看怎么样做是对选民或对民众有利。对，因为我提出这个选举区调整的这个案，引起地方的回响，我是先让你知道说我们要朝这个方向来去思考一下如何来去因应，因为事实上也是牵涉到多族群的这个因素，还有就是服务效能这一个问题。好、哦，那平心而论，我过去当过世界乡民代表，哦，真的是也是疲于奔命了。但是那是自己选择的，哦，自己甘愿这么做，也还好我那个时候愿意这么做，要不然我今天也不会到台东县议会来了，哦，所以，是不是后续朝这个方向来去努力？过去的时空环境跟现在的时空环境当然有所变异嘛，哈，不太一样，那选民的要求也跟过去有所差异，所以我们未雨绸缪，是不是我们也朝这个方向来去努力来去规划？那让我们的所有的民意代表。哦，因为这个区只有我一个民意代表，一个代表，我讲句难听话，讲偷懒都不行了，哦，啊，让选民都找得到人了，哦，有很多时候，选民也会抱怨了说，我们都找不到要找到的人，要找的人哈，哦，所以这我想这也是各有利弊啦，哦，但是我们是不是尊重一下地方的需求，我们朝这个方向来去努力。好，我们再好好详细评估看看怎么样。我多方征询各界的意见，在合法的范围内做调整。我想我们可以努力。OK， 好。另外啊，过去我当乡民代表的时候，部落地方办举办各项的活动哦，村干事一定会在场，不管是不是假日，而且会从头陪同到尾，还协助筹办、协助做计划、协助核销。
可是现在我到地方上去参加各项活动，很难得看到村干事。然后后来早上他们说啊，这个不在我们村里干事的服务事项内。我想可能是跟过去的公务员和现在的公务员的这个整个心态上不太一样。过去的公务员交通也不方便，但是地方上任何一个事情，村干事全部亲力亲为。可是现在很多村市，像贝莱乡是两个村一个村干事，平常村民要办任何各项的申请的事务，还不一定找得到村干事啊，就要我看礼拜一、礼拜几，村干事才在村庄里头啊。现在更是地方办活动都看不到，我们是不是来检讨一下，跟内政部来检讨一下，村里干事的定位到底是怎么样？照理讲，村里干事是公部门跟地方第一线的接触的人员他最应该要把这个服务工作做得好，所以。代表个人，现在每一个人都讲权益啊，个人的权益啊，所以不像过去的村干事一样，我们过去晚上去参加部落的活动，村干事也是到晚上，甚至十点以后还在场协助，所以我一直在想，哪一天能够再看到村干事这样子来服务地方？我想如果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地方的各项的这个发展会更活泼啊。我为什么讲？因为昨天我去参加德奇里部落的母亲节活动，我竟然看到村干事在那边协助，在那边帮忙主持，我心里的感触很深，因为这个场景我已经很久看不到了。所以我们是不是来跟内政部来研议一下村里干事的定位？好，报告爷，我想我们其实也发现到这个问题了。自从精神以后，他们以前省府有定一个村里干事的服勤要点。后来精神以后，那个就被只适用了。我们也发现大家对村干事的期待有很多，但是因为目前不像以前这样每一个村都配置一个村干事，而且乡镇都说都让村干事都兼办业务，所以我想如何回归过去那种一村一村干事他服务的职能，我想我们会再仔细。实际上我们后来又定了一个，我们是自己现在我又定一个服勤要点了，但是服勤要点要不要落实，我们会再加强协调。是来努力一下，好让各部门跟地方能够接触的更紧密一点。好，谢谢大家主席。谢谢江坚收议员对选区划分的这个重视，重划分了我们接下来今天最后一位登记质询的议员，我们请林参天林议员发言。谢谢大家主席。那环保局长，你目前你把那个灰渣的那个废料恁讲的迄再生能量什么地方，我唔知啦。你甲倒伫迄个所在，迄什么地？那什么地？那什么地？你倒伫个所在什么地啦？那个就在那个里。不要讲话，哪里？倒在哪一个里啦？那是复兴里啦。乱七八糟啊！就是复兴里。旁边不要讲话，乱搞啊你！那个是在那个桂林南路跟啊，对啊，那个是什么里啊？那边的，都是你摆烂嘛！你根本你唔知你就是上嘛！哎，人家查什么中央规定的，乱七八乱讲，七节法令啊！那是公共工程，公共工程，我告诉你也是要申请，是有申请啊！你要申请，你跟哪一个单位申请？我们是，你跟哪一个单位申请？麦昆北城啊！我们跟环保署申请那个再利用啊！我是说台东县政府，你跟哪一个单位申请的、啊？公共工程是建设处的吧？啊，你有申请吗？我们跟建设处谈好，就是可以使用嘛。对啊，有没有要申请的、啊？不是得谈好吗？放肆啊！什么叫申请？我不懂，就是就可以使用。所以你无知嘛？不是无知，包括一眼，这个是公共工程委员会，他说这个地方。我没有时间挖你工，你尽量摸软布挖你工，你不够软，上面没显现。我告诉你，就像我们麦当劳旁边的那一个停车场，那一个有一个收费的停车场，也有一个建筑，我相信那个也没有申请，那个算违建物，起码。他要申请一个杂项执照，你要任何的有关水土的东西，你要向农业处、向建设处，就是这么简单了。哇，我不会跟你攻击的。你把它开水嘛？你就是违法乱纪啦！没有违法乱纪，你就违法乱纪。我告诉你，哪有什么公共工程不用申请的，用讲的就可以。你讲的是不是这样子？它是符合那个规定，公共工程委员会跟。环保署的再利用的一项规范就可以使用了。对，可以使用是你讲的是没有错，但是要堆积呢，要不要申请？什么堆积？我们是在施用，
啊，适用的地点要不要申请啊？要不要向管理单位申请啊？我跟各位要不要了？你认为要不要了？这个是管理单位，是公共工程委员会跟那个环保署对再生力量的管制啊。啊，管制那个也有申请啊，有报准啊。这报准，你跟谁报准的啦？环保署啊。乱七八糟，你要跟地方县政府报别了。不好意思，不是、啊。乱搞啊！啊，不想跟你谈了、啊。让我解释。无聊啊！唔捌代志，佫听乌白花大当队拢互恁阿咧咧，黑大黑细咧，你想要安怎就安怎。卖派人调调啦，我甲你讲事实咧，较保重咧啊！即句话你听好啊，哦。不是啦，跟你报告。就有关于环保局委外的一些工程，你们非常的清楚啊。啊，真正我佫甲你警告，你要直接乌白花啊，卖派人我杀掉。绝对会见骨。我们都依照规定的、啊。就像农业处，你不相信你，那试看看。啊，看有多少农业处的人员，因为农业处的小金库，我让你看土条例，啊，拭目以待。我们欢迎啊，各位来监督。好，欢迎监督哦。是，啊，不会拍我们掉掉哈。不会不会，我们都依照规定来做。好，你不要引起民怨了。再跟你讲，你要跟民意对抗没有关系的，没有骂起不再掉链了。我们要处理热身。啊，不会拍我们掉。那个殡仪科长，殡仪科长，来，请起。我这里特别感谢你了哈，对台东的义男是相当的协助了。那就有关于有些义男在入狱哈，入那服役的时候，心中不适应的一个生活哈，我希望你们要透过更多的管道来协助家属了哈。比如说他们在心中有受到凌虐了、霸凌了哈，你们要适时的要去反映，要去协助家属。好，这个是我拜托你的了哈。那就有关于那金人公墓每年的一个金人的一个祭那个忠烈祠哈。你一定要用一点心思，我们漳州人也都常有在提到这个问题。那本席啊，我啊也亲临去看那个那坡陡的时候，那个地方是非常的威严庄重的地方了、啊。那是不是给这个军人的遗眷哈、啊，能够感受到这个国家还是存在关心他们？我希望那个民政处长，啊，在这一方面，也许明年要办活动，这是延续每一年都没有停止的嘛，啊，加把劲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好。让人民有感了、啊，好、哦，这我的期待，你坐下。那个严作员保留地科长，我怎样讲哈？你在办这个业务哈，事实上，因为人员哈、哦，跟包括财力的关系啊，没有办法说聘到很多的人士哈、哦，来从事这个有关延保地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解决哈、哦。但是我们是尽量去做了。但是我手上有一个案子哈、哦，就是在长滨啊，早期啊。他被一个协会啊，他们的祖先啊，在那边施作、啊，那施作完之后，莫名其妙就变成忽然间那一块土地就变成一个协会哈、啊、所占有了哈、啊。但是这个协会，我跟他经查，县府也没有登记，法院也没有登记立案的这个协会了。像这种莫名其妙的协会占用原住民的保留地，请问要如何解决？土地要登记所有权人为主。目前就是法人，对，一定要有法人资格。那如果议员说，但是伊个法人已经无存在，人嘛无立案呢，嘛无负责人嘛找无啊，这边要处理。是以前有立案，以前有立案，起码无拢消失啦，存在，哎，拢无存在啊，啊，伊嘛莫名其妙，我的祖先，我们原住民拿起来，怎么土地先变成那个法人的了？二十几公顷，像这个，我拜托你，我会后我会把一些资料收集给你。你主动积极去协助他们原住民的保留地的取得，好不好？如果是这个基金会或是一个法人已经不存在事实的，他占用这个原住民的保留地，到底他用途是什么？你要积极去给他了解。议员讲是不是那个讲？对对对，今天跟你有亲戚关系不？没啦哈。那个处长他在讲那个讲什么？讲学会是不是？讲学会那个是你的亲戚吗？那个、不是，不是的哈、哦。因为那个讲学会以前的监督单位应该是教育处吧？哈、哦，据我所知啊。那现在都消失了嘛？啊，讲学会现在好像也没有在运作。对，啊，已经消失了，都解散了。我们在跟教育处那边。好，那我希望你积极解决。你真的有疼惜原住民，处长，此时此刻，你可以发挥你高度的智慧。我站在原住民。的立场，我就是要协助原住民取得到他们原有的土地，好不好？可以吗？可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把相关单位拉到长边去开一个说明会，顺便叫蒋协会相关的人来说明当年你们是怎么样取得到原住民保留地的，叫他们提出证据。好，
好不好？我们来积极协助他们解决这个长脸的问题。两位请坐。八宝局长，这里议员，以你的法律专业哈，我希望你不要糊弄了。不会了，啊，你的糊弄啊，不只说我看不起你，其实你的儿女啊，都在这个堂上，在这一堂上，在看到我的爸爸、我的父亲、我的好父亲在这里接受咨询的那一个对话的同时，他在了解你是不是有一种欺骗的心态。对了，他们他不要带队了，诚实以报。哦，他们都很欣赏，他们会支持我。啊，爸爸，你为什么对林昌天议员一直咨询，一直骂，啊，你又不敢反击呢？你可以反击啊，不是，我接受你的挑战，接受你的反击啊。如果照你讲，环境可以那么优渥，环境可以处理那么好，那为什么胡万福还要赔21.6亿，事后还要3.7亿来修复呢？你的良心何在？那个是仲裁啦。好，哦，仲裁，那是仲裁，那不是赔。好，仲裁没有关系。那是仲裁的关系的。好，公共人员可以讲仲裁。我告诉你，当有时空转变，你的那个仲裁就会变成贪渎，不要忘了。黑起后人啦，啊，人有他后派理由啦，啊，正丰家庭基金会的黄建廷，他用了两个假账户，我大胆的讲，我这个会起，我总事情我把它公布，一个就是前市长庄廷波的儿子庄正龙，王南英等的账户，这我讲的负责。黄建廷如果以为我讲的是假话，我欢迎他提告。另外一个吴道明，我会把这个华南银行药商回购的药商的钱怎么样洗到他的假账户里面，我要告诉你的时候，到时候你再依据你的法律的见解来告诉我，这是我涉及到贪渎了。保险，这个不是环保业。跟你好，那对啊，但是你是学法律的，好，哦，兄弟，你是学法律的。我针对环保业务，我可以跟你环保你管行的啦，对不？环保业务我认真了，啊。那我告诉你，为什么彰化鸡蛋可以会有代表性的污染，他要来演是什么？饲料问题。饲料，你错了啦。是啊。饲料不是，我告诉你，是饲料问题。过去工厂啊，对废水没有处理，都挖深井重新再打下去，工厂走了，养鸡业者进去抽水起来给鸡吃，然后得到代表性了。食药食啊，所以你莫转，你若唔到环保，你若请教你的副座，是讲你白变了，迄种带专业，但法律来我请教你得，哈，是你有小人得一个斤斤计较贪渎，这个是牵扯到一个法律的问题，我不是专业，但是我只想告诉你，你站在法律的高点高度，你要再看到一个环保的会冲击的时候，你不懂，你不要随便下定论，到底会不会污染？有污染的时候，你说你要负责吗？对不对？我们就依照规，对不对？包括现在讲太早，我告诉你，如果真的验出来有污染性，地下水污染的，你要负责，对不对？我跟你要负责，对不对？我没有时间，不是，你是不是要负责？我只要你告诉我，你要不要负责啊？法律规定，你要不要负责？我照法律规定把关啊。那如果有污染，你要不要负责？包括这个依照法律，你要不要负责？如果我今天没有依照法律规定，我负责。可怜虫啊，不敢负责。哎呀，你又在骂人，骂人，那你不管负责，你还敢到他那里做什么？我如果没有依照没有担当的规定，我当然负责。黄建廷他敢负责吗？他也不敢负责的。我依照法律规定，法律什么叫法律？法律是骗人的。哎，法律骗人的，怎么会骗人呢？对啊，不然法律怎么去骗啊？哎，要说我干不起来骗你，我判案啊！你敢讲真话吗？真的吗？我讲真话，啊。你讲真话是好，这是你讲的。到时候有一天把真的议题抛给你的时候，我希望你要讲真话，哦。好，阿里摩嘎的打自己嘴巴哈，谢谢大会主席，我时间到，我自动停息了哈。谢谢。不要做可怜虫了，谢谢。好，谢谢林昌天议员热血沸腾的质询。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下午是分组审查及搜集资料，散会。